真的是，会疯掉，真的。你真的有病嘞！要真的是敢死他们，他们真的会疯掉。戒指上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有吗？现在有吗？你那个系统可以啊？好好笑。对，晚上好，好好笑。那个小西西说要接着上，然后马上关播，我这边直接马上直播，太好笑了。来，晚上好，我来呀、啊，好、哦，你来啊，你来啊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接着上，接着上，接着上，这赶死大家，一起说手机都没电了，跟夜秋天，真的，夜秋天，我在抓那个 timing， 你知道吗？一直说结束了，接着上，完全无缝接轨。三十八号在我们这里啊、哦、哈，三十八号在我家，在这里，都在这边，哈，都在这边。手机都没电，你说怎么看？去充电啊！笑死我了，嘴速超快的。他就真的马上按呢、欸，我都快笑死了。他真的马上按，然后那个 L H 说好赶哦，真的接着上。太强了吧，很强吧，来38号在 Kiki 的脚上无缝接轨。你们有没有惊吓到，想说至少才第一年一年连去上厕所的时间都不给你们，连去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，对不对？谢谢梦梦，超快的秀美，你们也觉得好笑的。接着上哦，他那个小西刚按直播的时候就这样接着上，就马上按下去了，我都快笑死了。接着上啊，今天真的是马拉松，没错，今天真的要很赶，因为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拥挤的状态啊？因为礼拜一我们看货嘛，然后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只有三天的直播时间而已，然后礼拜天还有一场，那五六的话市场公休。玉琪说：“才刚下线，怎么又跳开始？”那没办法，真的是只有四档而已。那每一档直播准备，希望可以准备多东西给大家选啊。是。那关键字要改，等一下啦，关键字不是这个啦。对。关键字不是这个。啊，这样接力的，立刻接棒好。来，38号在我们这里哦。好，鞋子的38号都在这边。然后那个关键字等等哦，等那个玉婷回办公室。哎，对啊，你也给他一点时间嘛，他现在也要走办公室，才有办法帮我们置顶关键字。对啊。你真的太爱玩了。韩国台湾接力赛，来那个，其实啊，我韩国货就是卖韩国货，然后我大陆货就是大陆货，然后我们标榜的非常清楚。啊，我不希望有误解，然后。放心，任何商品的部分都是品质保证，然后我都希望可以很严选的方式介绍给大家。是的。那什么产品类别都有，什么产品类别都有，那让你们慢慢选，好，让你慢慢选。好，你们可以慢慢选哈。是，喜欢我们。啊，因为产品内容非常多，然后选你们要的，选你们觉得适合自己的，或者是我们强力推荐的商品内容，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。突破自己的自我穿搭风格也可以。我们看得很累，我知道，看的人一定很累。奔波真的超辛苦的。感谢各位，因为那个眼睛会疲劳了，然后我们穿搭也尽量是去完整穿搭给大家看。是的。当然啦，我们官网会提供穿搭照，好，会提供穿搭照，能够完整的部分我们尽量完整。因为网路嘛，看不到，哎，看得到，摸不到，但是我们尽量镜头面前呈现给大家看，是的，好，尽量啊，真的是尽量，没错，没错。啊，门市也可以试穿，这个礼拜六日门市会开吗？会开。这个礼拜六日门市会开，都会在店里哦。满2000送购物袋是送完为止吗？送完为止，但是绝对够，因为至少有5000个、1万个吧，5000、1万个。反正很多啦，那个我整门市的地下室全部都是一箱一箱的购物袋，我真的是订了2-3万个了。丽珍，我觉得你就拿你本来就穿24半的话，就拿39，你就拿39，因为我就说我就是鞋子，怎么讲，我都喜欢拿大一号，所以我都拿39号，
是我自己本身需要拿大一号，然后玉婷因为她需要39号，所以我把39的留给她。38 Kiki 在穿走路也是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好不好？38没问题哈。对 ，Kiki 穿三，玉婷介绍的蛮详细的啦，她只是她个子比较高，她要讲，我整场直播都有看。是，就是增加6公分，好，增加6公分的高度。好 ，Kiki 可以往后一下。好，接缝处会很容易裂开吗？之前买过类似第二三，我们是 Kiki 已经穿2-3天了，没有这种状况了。质感很好哎、欸，这质感超好的、欸。对，为了我们跟播。嗯，然后它连这个底的那个质感真的超好的。好，那、啊、我们还是要讲，等玉婷那个帮我们做。傻丁又没什么问题，其实讲干话我蛮厉害的。等一下，那个到底这个是置顶纹吗？不是这个啦，不是这个置顶纹啊。那你们不要急着，这是上一篇的，那个系统，它现在系统可能会有小 bug。对，上一则直播会延续到这一则的置。对，你们等玉婷帮我们改置顶纹，然后你们先公开分享就好，关键字等等。你们先公开分享，我们这一次这一则直播一样30名的200块购物金哦，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公开分享。昨天看到睡着，没关系，我们看重播就好。信子啊，对，这是新品直播。朱敬轩啊，这是敬轩就是信子新品直播的，对，这一次的关键字等等。感谢啊，感谢。好，玉婷来了，玉婷来了，玉婷来了啊，来了啊。玉婷说：“你叫我们妹妹帮你买个便当。”丽珍，我觉得鞋子啊，哦，记得多买一瓶养乐多，算我的。养乐多算我的。丽珍，我觉得鞋子真的可以穿大一点点没有关系，因为脚都会水肿。然后你不要穿小一点，然后到时候会有磨脚、咬脚的状况，我都不乐见，因为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穿、好好走路啊，对不对？我希望鞋子还是要穿舒适，宁愿大不要小。当然就是宁愿大不要小，然后让你鞋脚就是可能刚好指甲碰到你，穿到一整天的话，你那个指甲的边缘脚都还是会痛，我们大一点点没有问题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直接公开分享，关键字已经帮你置顶了哈，关键字置顶，直接公开分享，抽30名的200块购物金，好，30名的200块购物金，那我们直接开始了吗，老板？来开始了。今天速度也必须快，因为有30集。好，我们请欧尼进来了。来，大家知道这个欧尼家哈？好，这个是泡着的老板。哎，对，昨天酒醉，昨天酒醉。昨天咪咪也超可爱。昨天超酒醉的。昨天咪咪也超可爱，好像眼睛都咪咪的，这样很赶快冲回来帮我看一下，还有什么我们漏掉，然后没有他配到的。对。那真的很用心，然后他跟那个水洗的欧尼家那个也一起就帮我。就是推荐哪些商品，真的觉得现在真的很棒的。没问题啊。对，好的，那我们直接开始。他说 Kiki 越来越年轻。嗯，他今天当然是花钱的哦。那就是要敷我们家的面膜，好不好？对，面膜要买起来，好不好？认真的。Kiki 真的很认真在敷面膜。真的要。他说最爱Powder 家。Powder 家。最爱 Powder 家。好，那待会努力的，就是用力的买起来。然后这是他这样搭的那个超级无敌可爱。Powder 对我们，我跟 Kiki 很好，然后人很 nice。一定要找我们去喝酒。对。但是不能啊，因为工作、啊、工作必须完成。他说我们昨天就走，说我们去喝一杯。我那个欧尼啊，水洗欧尼硬要的，他应该是他最爱喝。对对，还不错，我也蛮爱喝的。后来，我们直接啊开始来第一个商品，来甜甜价哈，上一款好不好？103343。103343，我们关键字是 Star Kitty 韩国连线，不怕你买你不买。等一下，今天也会有12345678910，对不对，老板？好，给他两款，给他两款，给他两款。好，但是你们自己挑、喔，我们没有设定的、喔、哈。对，跟昨天一样都没设定。自己许愿。昨天有设定了、喔，昨天设定1、2、3、4、5、6。你有设定吗？昨天呢、喔？啊，今天没设定。好，
那我们直接然后开始我们的上衣先，好不好？我们的上衣超可爱，我喜欢拼色的，好，拼色的这个上衣开始。来，它颜色的话总共有四个颜色哦，哦，你身上的紫色、白色、绿色跟 Kiki 的水蓝色，这个颜色都超可爱。夏天我们就是穿缤纷的，那这个的话一样都是水洗棉的材质，质量非常的舒服。这个都是水洗棉的材质，非常舒服。然后两个口袋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的设计是不是？一样哈，就是这个的设计真的都很类似，但也是他们家这样子的设计真的很适合我们家的客人。然后它的小小笑脸领口标把它扯在这里，好，总共有四个颜色，尺寸的部分二叉完全没有任何问题，质量不会松不会起球，非常的舒服。那再来我就是最喜欢它的颜色了，因为颜色真的好可爱哦。那超可爱的，很适合在大家我们家的不管格子裤、跳跳裤，完完全全没有任何问题。对，来价钱什么？488。好甜，你这个根本不用12345678910。我给那个谁。给谁挑一款好了、啊？真的不用12345678910，这已经直接是超甜价了耶！488，来原价790，记得我们活动韩国连线结束之后，这就恢复原价喽。恢复原价，我们现在连线价真的就是最便宜的，你们都可以问线上的老朋友们，是不是线上就是在连线期间买是最划算的？最划算的，真心划算。488甜到助理啊，对，那如果你们看这个一定是欧丽家，如果你看欧丽家，你喜欢他们家的版型的话，那你们真的都可以多买一两件，二L可以穿吗？觉得没有问题，二叉可以穿，二叉绝对可以，水洗棉好薄的，好，它上面写 XL 可以穿，绝对可以。它上面写 XL， 可是我觉得这个二叉可以。应该可以。对啊，二叉可以，因为它是有，还是它是有弹性的，对，它是有弹性的。如果这个是没有弹性的话，我建议就是就到XL了。如果是衬衫面料，是可能不会建议。让大家带回家可以加二，超级可爱，真的很可爱，加二很好看。我们说要白加一。488而已啊，很划算的。这个去哪里买？在韩国空运。还含税哦。对。来，喜欢我们、啊、对，喜欢我们可以自己加。啊，坐飞机的哈、哦，我们家韩国连线的商品全部都是空运的，对，都是因为赶时间，这样效率最快。订单多的话就是顺序出货哈、哦。是，然后总共就是四个颜色，价钱只要488，地标给大家好甜，真的很硬哦，这是真的很甜的价钱，好488。然后他说昨晚已经买一波了，喵喵，感谢。等等。但现在很10万火急，剩最后的10分钟，你们来去逛逛昨天的12345678910还没接单的，立马现在不要看直播，赶快去接单哦，不然就没了。对，啊、对哦，再加没有、哦，没得加，没得加，只能接单。如果你们再来去逛逛，还有12345678910还没接单，剩最后的10分钟。他说绿色、白色很清爽。对。你们绿色、白色，赶快去接单哦！可以换一下两个色吗？可以、哦。虽然我卖488而已，然后颜色还是换给你们看一下。哦、那颜色的部分啊，它非常亮眼。我觉得欧米的颜色啊，做得蛮柔和，但是又不会太暗色系。啊，水洗欧米都是比较暗色系居多，质感色。他说绿色跟白色很清爽，你搭白裤也好，搭今天的介绍的。刚刚玉婷的那个落地裤很棒。Nice day, nice day。好，绿色好可爱，绿色我要。喵喵，感谢。喵喵说已经结单。放心，那个优惠标就是优惠标。绿色我要配绿色袜子，好可爱，有没有？绿来，绿色可以配。端端姐，感谢。超可爱，你们上次蓝色有买过之后，绿色待会开给你们家，超可爱，我真的都有配成套。对，这个要配什么鞋子呢？金轩那个的杏子爱紫跟白，你们就是配488而已哦，配这个拖鞋，你看488而已，绿色好可爱哦，真的都是觉得超可爱。等一下袜子我介绍，对，这样你换衣服的时候袜子我介绍。来，这个欧米的白跟绿很干净，很清爽。他说玉婷大推，超划算。来，那给玉婷鼓励一下哈，直播后马上做小帮手，真的蛮辛苦的啦，因为没办法，因为要赶那个韩国连线。是的。啊，那个沈仙妮二，那个韩国又没有办法延迟，就是要快啊。我台湾直播这一场啊，因为
也有时间压力，很多都会断货，他必须要短暂时间内。你们真的要快很准的接单，要快很快很准，真的真的，这真的是这样。啊，后悔就没了。迟疑一下就没了。上一的款号再报一次，103343，103343，4888连线价，你们要赶快接单哦，这真的很划算，真心划算。小西西一定会知道这次要快很准，他真的很算很便宜给大家，给大家甜甜价，然后就是等于是夏季韩国连线回馈的概念。好，我们四个颜色我们自己加哈，要一件打加一，要两件打加二。来去逛逛挑颜色，不用打在上面跟我们说，你自己拣色我紧拿哈，你自己拣色。好，我们直接换裤子的部分。对，阿伦妈参考一下，这个值得带哈。来，裤子不陌生哈，一样长改，伊就甲改短安尼尔。但是你不要认为长改短，其实它这个产品的特色就是一定有。那我也是觉得，这件裤子我看了一两个月了，我讲真的，我看了一两个月。好，那。因为他传微信给我的资料，我已经看过一个多月了。好，啊，不要建议不要订单哦，不好意思，建议不要订单哈，你订单会造成。这件尺寸的话，我就是建议到 XL 哦，这一件就只能到 XL 的。我们要到 2L，2 size。Need big size。以后裤子帮我订购。他也烧香，他也烧香了，他也烧香了，他喝酒烧香。好，这个我这个要吃干。来，这个的部分呢，裤子的部分是有前面是正常腰头的，好，正常腰头，但是它还是有一个造型拉链，有口袋，它有腰带口，后面的话是做到后腰松紧，一样有做到那种提臀线及配色的一个口袋。最近可爱的就是像 Kitty 一样喜欢这种配色，你看这样子配色撞色的概念的话，这个是有的啊。那它我那身上是深蓝浅蓝 ，Kitty 的话是灰黑色跟蓝色做撞色的对比。尺寸就到 XL 了，来，款号给大家103338，价钱呢原价就是要1680，然后我们现在给连线价1188，真的超甜，黑色蓝色就两个颜色而已。那夏天我在讲很多，当然就是我们这次真的都是着重在背心跟短裤之类的。那这一款的话，它的配色很好看，妙妙说裤子好看，那我也觉得好看，那真的很可爱。哦，你直接把它排在第，就是我直接把它排在第一套。刚刚这样子做搭配的时候，真心好看，推荐给你哦，只要1188，1188而已哦，尺寸到 XL， 没有，尺寸到 XL。请问后面蓝色上衣介绍了吗？还没，蓝色还没，等等哦，等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现在才刚开始的第一套，记得关键字打起来 ，Kiki 抽30名的200块给。200块购物金给大家，所以你们喜欢就赶快加哈。上衣尺寸亮亮可以穿吗？可以，上衣是可以的，因为它还是有微弹。好，来，尺寸还是有棉质的弹，所以这个尺二叉绝对可以。穿起来二了就比较合身，对，好，比较合身。合身，但是不会到不舒服的、那個。对，不会不舒服，因为它是有弹性。因为水洗棉，本身面料就比较软一点。是的，好，来，我们来换下一套。S 至二了绝对都可以哈，款号是103338，好。103338，它是双拼色的短裤哦，它、啊、短裤只能到 XL 号而已，上衣是可以到 2L。喵喵说整套很好看。对啊，很好看。来，爸爸直接先卖袜子。好，我来问卖袜子。好，这个袜子啊，我们之前卖过蓝色，然后 Kiki 这一次啊，这个是我的，他说我要卖绿色的。对，因为我现在很喜欢绿色，我们真心觉得可爱耶。啊，这个爱心啊。爱心配电袖，那你们可以，这个是直接搭 AB 袜，对，直接，因为 Kiki 还在穿这个蓝色的袜子，对，这个款号直接给你们哈，这款号是 A， 105071，价格就是连线价89，我之前恢复原价130啊，我至少卖了70-80双，很多人买130。这个可以带哈，这个真的很不错，因为我们有送过大家说那种400-500块、500-600块的袜子，这个啊其实都差不多，设计元素的内容，我觉得都一样有这样的元素在，啊只卖89块而已啊哈，105071，这个有两个色。
两个。零五是贵，这个是零五色，好、哦，这个是一五色，好、哦，零五色一五色，好、哦，一零五零七一，好，一零五零七一，啊，这个有加一个电绣的，哦，这个有加一个电绣，好、哦，这样清楚吗？零五跟一五，中长袜，这个偏长的，你看，我们不卖这种袜子，对、哦，我们不会卖这种袜子，我们都。卖这种袜子都是卖长一点点，长一点点，长一点点，中长袜一零五零七一，超可爱，八十九而已哈。昨天我不是卖那个英赛家的那个绿色裙子啊，穿这个超可爱，好不好？这次袜子有没有再短一点点？凯蒂这次袜子真的不多、欸，凯蒂我讲真的啦，那個、我不卖，我不卖这么短的袜子，我本身跟 Kiki 都不爱。好都不爱，所以蓝色好看，好看，对，好像没卖过这么短，超可爱。好，蓝色很可爱，那绿色是不是也要来一下？来给大家填填一下。那记得袜子你可以来两双，然后 A B 袜的概念，你可以一只脚爱心，一个脚 green， 然后可以替换着穿，好不好 ？A B 袜超可爱，你们可以买两双，只要89。这袜子在市面上真的很少遇得到，很少找得到的，好不好？以往我们之前卖的那个袜子，其实我们真的已经很少在卖这样的袜子啊，我们都是想要找特殊给大家。好，来，希望我们自己家袜子、哦。你们看到内容物，觉得认为它可以一二三的，请告诉我哈。是的，我参考一下。来，袜子我们自己家咯，那再来看一下 Kiki 的这整套，超可爱。一件一件先。好，先上一些。上一些。刚就有人在敲碗蓝色。好，上衣上衣，沈轩，凉鞋是玉婷的直播，凉鞋过了，对，你去上一场，刚刚而已。上衣开始了哈，刚刚有人在看这个水蓝色上衣，那这一款我先说它没有弹性的，好，就是他们家很喜欢做一些就是没有弹性面料的这个那个，可是它给的幅宽很大，所以二叉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，手袖这边、胸口这边都没有任何问题。再来呢，它是名车线的，你有看到吗？它的袖口、口袋的部分、领口跟袖口这边全部都是做到那个名车线的车法，所以非常的可爱。你要整个，你要像劳力这样整个扎出来，前面围扎整个扎进去也都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好，整个扎进去也都是可以的。颜色有四个，绿色短裤，等一下。颜色有四个，来，有绿色上的紫色、深蓝色跟这个水蓝色跟 Kiki 的深灰色，好、哦，这个都是有水洗色，其实你们看都会非常的清楚，它都是有水洗色。然后这一件我先说一下，因为它是水洗的，来，你站前面一点点，你看哦，它是水洗的，所以它这边会有一点点纹路。你有看到它有一点点纹路是正常，不是瑕疵，它是实习色的部分，就是做的做工很漂亮。嗯，好，实习够胶，所以这个你们都要看一下下。然后是做斜口袋，一个笑脸贴布。来，喜欢哪款号先报给大家，103327，价钱的部分原价980，这个没有过千哦。然后现在卖718，718而已，超划算的，这718喜欢我们。绿色裤子等一下有。好，绿色。二楼下摆会不会很贴啊？二楼下摆，它下摆宽呢、啊，可以量一下吗？可以量一下下摆，我帮你拿去。等等，我们量下摆给你。然后你的直播还有开始吗？因为我们这个已经卡住了。开始了，正常。不，就是同一个信号。好。好，来，喜欢我们自己下摆六十，下摆六十，六十会很卡吗？你这样拉会很卡吗？一拜拜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刚刚好。你帮我量你家里衣橱的下摆，对，你量一下你衣橱的那个下摆。不希望你退货了，但是你衣柜量看看，六十公分的宽度可以，我们可以加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这样。那它这种面料是没弹性。对，因为这边它的胸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哎，沈轩，你把回啊。胸宽，他就说他爱抛的家。沈轩，你要买什么色？完全没问题。然后下摆的话，我们你买那个灰色，颜色就四个给大家。红色。我觉得这个颜色，你身上的这个紫很衬肤色，好，这个非常衬肤色。然后这个蓝也非常的有质感，因为它有水洗过。所以上面会有点那种灰灰的感觉，我觉得超好看。还有以及这个的水蓝色跟 Kiki 的深灰色，喜欢我们自己家哈，价钱真的给的很便宜哦，三二七，
718块，我真心觉得你再降个19块变600多块，真的超便宜的概念，718真的好便宜，我真的觉得超划算的。我本来是想拿这个当123，我觉得跟昨天的789很像，会吗？很像，又是面料了，面料是一样的，对，面料是一样的，但是色泽跟版型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那这个你们喜欢可以赶快加起来哦。好，陈轩喜欢紫色，好，陈轩喜欢紫色，紫色好看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的肤色真的也很适合这个，真的真的，这个你的肤色真的很适合这个。还是拿去给阿姨开茶，你蛮有才的，这样可以耶，可以的，可以耶，这个这也塞盖，这也塞盖，一杯，它不是斜车什么车，它不是复杂车，这个可以，这可以给阿姨改开茶。我们都不勉强去强制你们一定要买，对，我都希望你们先量好，如果可以量好一下，不要收到商品穿不下。如果开茶，我觉得也是好看的。开叉好看哦，你很懂，我们可以跟你讲，下次他可以开叉，好吧？下次开叉，对，因为他这个面料一定要做开叉、啊。哎呀，不动了，真的不动了。喜欢我们自己家，好，我们自己家，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，哎，你看欧尼这个蓝配这个信超好看的，它跟那个水。欧尼家有一样的概念，就是他们这个 A 配 B 配 C 都好看， C 配 D 配 E 都很好看，然后 E 再配 A 也可以，然后 E 再配 C 也都可以，就是他怎么配他的商品配来配去都就好。他的商品只要买任何一个款式，其实任意上衣配裤子都可以配。对，他的东西都是有互搭性。色泽的部分呢、啊，你们也不用担心，像 Kiki 绿色配灰色的，绿色配灰色的上衣，然后欧尼是蓝色配卡其色的上衣，我觉得他们。配颜色色泽都是同色系，就是比较柔和一点点。好，那价格的部分呢？欧款718，103334。是的，103334。好的，那喜欢我们自己家哈，价钱给很甜。再来就是我们家的裤子了。哎、欸，我们家真的走很前面呢、欸。我等一二三要那件外套。好，来，我们家真的走很前面，我们是不是很喜欢？可以待会，我们是不是很早？跟我讲，我要先。好，可以。我们家是不是很早就很喜欢名车线？你们想想看，我们家是不是很喜欢？一开始就很喜欢名车线。你看今年的韩国啊，像昨天在那个水洗那边，我记得也有韩水名车线。那这一个裤子也做到名车线，来给大家看，腰头也大家是固定线的哦，它完全不会翻哈。你看这一条名车线就把那个弹性线都固定住，一样假的一个那个拉链盖的概念。直式的口袋，好，然后它的那个名车线在大腿的中间直接车下来到膝盖，好，这就是它名车线的那个概念。然后再来看一下屁股的地方，一样中车线、名车线，两个口袋都是名车线的效果。那这一件尺寸的部分，2X完完全全没有任何问题。它的材质呢？这个是棉的还是棉的？来，这个是棉的，而且我跟你说，这个的棉。我真的很怕拿长裤，因为这个的棉，我觉得可以的原因是它很薄，看得到吗？它很薄哈，你看它都是可以透光的，它很薄，夏天是穿得住的，好不好？这个是夏天穿得住的。那颜色的话，就是有总共有4个颜色。欧尼是穿杏色，然后我们这个有 Kiki 的绿色，还有灰色。如果你要成套，你可以拿。身上的这个灰色搭这个灰色的裤子，我觉得成套穿也很有质感。你再配我们家的胖胖鞋，很潮哎、欸，很好看。我今天没有带胖胖鞋来，我记得你们懂，你懂 Kiki 讲的吗？灰色这个水洗上衣加灰色的裤子，再搭我们家胖胖鞋，超潮的，很流行感，真的超好看，爸爸对不对？灰色配灰色，再搭我们家胖胖鞋。超好看，因为胖胖鞋是真的很有质感，很好看，然后有买过的一定都知道。对，那个活动有延长一点点时间到礼拜天，我记得是到礼拜天。哦，因为我有下广告，是好啊，那个40码要订单量要多，才有办法做。好，然后呢，裤子的话就是有这4个颜色，2X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哦，2X完全没有任何问题，一定都可以穿，夏天穿得住，因为它是薄款哦，它是薄料哦，很好穿的。叶柔说这裤子很好看，对，名车线你懂吧？而且他们家我们真的走很前面哦，我们真的。
很棒很棒。然后2L可以穿，2L可以穿，2L可以穿。对，啊，这个裤子是价格1288而已，好，1288。款号是103334，原价我们1880，现在给大家甜甜价1288，免运寄到家里了。我想要先挑123出来了。好，等等，好，直接是1288，我们带回家，很甜哦，四个颜色，这裤子可以买。好，很好穿，你看这个颜色这样配，真的超好看。新色配水蓝色。鞋子是到下周一哦，下周一。好，那这个你们要加就自己加咯，自己赶快加起。103334，103334。加完加一或加二，加完之后来去逛逛挑你要的颜色哈，我们都是自己选颜色的。来，喜欢我们自己加咯哈，这个。我问一下外套，他们对于123有没有兴趣？这件外套你们有没有兴趣？我们穿。这件外套要做123吗？你们要不要这个123？这个很有车线刚好落在那个膝盖处，很好看，就是它身形的比例是很漂亮的。你们先看一下是不是要这个挑123，因为玉婷是讲说怕外套的部分，来了直接给你们看。玉婷是希望说103333跟103336，啊，我是觉得还好了，我是喜欢103342的，但是玉婷担心外套中南部太热。我那时候其实我跟你说，我可以讲吗？好不好？我可以说吗？讲。我原本是挑外套短袖的，然后小星星觉得这一件比较好看，因为它是拉链是比较帅，不然我本来是挑短版的短袖的外套，那最后我们就是结论就是这一件。给大家，因为比较好看。来，那个淑珍说外套好看，没错，外套你看。所以你们是认为这件外套要123吗？给大家甜甜价。来，这件外套的价格 是超甜的哦。来，先制品这件外套。裤子要买哦，这个裤子显腿长哦，因为玉婷讲的，它的车缝线刚好在膝盖位置，显身形，腿长啊，因为欧尼本身算还好，它没有到很高，那所以它穿这件裤子是很 OK 的。哦，很 OK 的，好，103334也大推，啊，2L可以穿，男生也 OK， 好，103334，来这件外套的部分呢、啊，先帮我制品一下，它的款号是103342，103342，这个目前的价格是1699，好，连线价格，啊，恢复原价是2280，哦，有人加四哎，103327。那是什么？他喜欢这个103327也是大腿啊。这件外套你们有没有兴趣啊？对，有没有兴趣？快点，这件外套1233276，1234567，快点啊！要不要？进哦、啊。我都没有。会怕太热吗？我完都要换别款啊，我要换别行啊，进来哦。好，这个完全 不退流行的哦。对，这一款。好。完全不退流行的，他们没回应我，很冷淡是不是，对，很冷淡，很呢、嗯，感觉适合秋天是没错了，真的、啊，但是遮阳效果也应该可以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薄料的，而不是厚料的，它是很薄很薄的面料。纷纷结束说，我也觉得还好，它是薄料的，它很认真跟我们讲，你看它是薄的，你看到吗？薄的啦，它不是厚的，你看它很透哦。它后面都透光了，我看到它很透的，它是那种很透的料。啊，它只有两个而已，两个就还好了。好了，两个而已，不要。好，果断，我想要果断。好，我先买起来之后可穿。103342是必买款，淑珍很挺你，有啦有啦，谢谢，太热了，纷纷真的很热，今天网络卡卡的，我站后面一点好了，是不是我太近？那你往后这个大再往后拉一点，再往后一点了哈，这网络怪怪的，真的很卡，可是夜了，你们也觉得好看，我也觉得超好看，可是我就是怕太热了，好，不要，换下一个，那我们直接先换下一个了哈。夏末初秋的时候，我再找其他的。这件外套好好看哦。嗯。外套要先介绍吧。好。外套直接先介绍吗？
外套直接先是不是？对啊。好，外套直接先，好，外套直接先给大家。我那穿套外套好好看哦，超好看的。我要跟他配成套。那为什么只有两三个药而已？没关系，那我们就这样子的价钱超便宜。放心放心，好，我还是要超便宜。好，恢复原价就2280了哈，2280。这样子也是超便宜，来。好，玉婷说用他选的，好，玉婷我用你两个选的，好。来，这边给大家喽哈，价格价格我马上给你。等一下，外套来103312，外套颜色超可爱。来，可以接受的，我们直接喊单，因为也给大家很甜的价钱，原价是2280，我们现在给大家连线价1699哦，尺寸二叉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来，水洗掏的家的，你们不用担心，它的水洗颜色超美，好，超美，颜色给大家看一下哦，有我身上的杏色，我那身上的绿色，这绿色好好看哦，搭什么？搭袜子，爸爸袜子在哪里？袜子，对，袜子，真的袜子好好看，大袜子好可爱。哎，你想象一下，你搭奶油白的短裤之后呢，再搭这个绿色袜子到我们家罗马的那个拖鞋，是不是超可爱？这个绿色很美，这个绿色真的很美，我觉得100分，好不好？这个绿色100分。好，来，然后再搭，再还有我身上的什么，还有我手上拿的这个深灰色。好，这个灰色，这个灰色，来要外套的帮我打103342，加你要的数量，尺寸二叉都可以。再来，你认真看一下，它是重工的哦，它没有那个肩线的限制，所以尺寸二叉完全没问题。然后这边有很多的拼布，非常的重工，手绣，好，螺纹布，这里有车缝线，还有这边也一样有做到车缝线，它的重工还有口袋，好，拉链，那个拉链的部分也都是做金属拉链。对，你看，我都最近很喜欢看他们做的那个工的部分，真的不好扯，它不是这样一片，好，手绣车起来一片，手绣车起来没有，它在手绣这边都还是有特殊车缝线，所以穿起来的样式就非常的帅，以及它的手绣的给的手绣宽度这边很够，二叉完全没有任何问题，夏天防晒冷气房完全都是可以的，颜色总共就四个了哈，挑你喜欢的颜色，我真心推荐，因为我们很多蓝也很多灰，还有很多黑，我觉得这个绿你们真的可以买，好，价钱不用花你2000块，这个是泡的家，你们没有看错，它是泡的家。外套不用2000，只给大家1699，你真的可以加，而且我们家1699免运寄到家里的，好不好？免运寄到家里，你看要不要再凑一件刚刚488的上衣？2000我再送你品牌购物袋，好不好？2000我再送你品牌购物袋，加第一标的488的那个衣服，好，2000，你这件外套加488的上衣，送你品牌购物袋。这个品牌购物袋呢？这个品牌购物袋是外面买不到的哦，好，是我要永远挂着，对，送他就可以了。它永远挂着，永远就是在外面是买不到的，你只有在我们家满额才会送，好不好？我们家满额才送，喜欢我们自己家。外套的部分就1699，尺寸二叉都可以穿，真心好看。哎，你们就买这样欧丽整套啊，好好看哦！我真的觉得这样，这一些可能是我真的，我现在就真的很爱绿色，我觉得这样子穿超好看。好，推荐给大家哈，想需要有防晒功能的，然后夏天也能够穿得住的薄款外套，这个可以。到秋天的话，你们也都是完全没问题。可以驾驭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喜欢我们自己家。再来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一款上衣，好，然后它的1、2、3、4、5、6是哪一个？可以，来，再来就是我们这一款上衣，下一个是那个，那个先，等一下那个先，我知道，但是我要，我不要。好，来，再来是那个，对，是一个分。来，再来上衣，好，上衣的话，你看我那些那边真的就是赶快赶快，那你要不要？因为我一直觉得你是，然后又有点斜，所以我一直找不到那个位置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子是不是对一点？来，他们欧丽家，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家很爱做这种条纹接绣？很秀啊、他们很那个欧丽很会配那种左右条，左右配，而且他配的方式，我觉得要带一点可爱，都是对称的。你看欧丽讲的是对称的意思。对。好，领口的部分是配领口，啊，这个是蛮有设计的哈。
Kiki 衣服上衣很清爽，对啊，你看绿色，它的整个色系整个配绿色其实是非常 OK 的、哦、你就会感受到它这一家的魔力，它的设计款的魔力，真的真的啊，它就有无形的魔力在，而且这个欧尼是超级认真，这个欧尼的那个，超级认真，你说它是那个魔力，你看哦，我们在福搭跟大家真的都不一样。对啊，而且他我们穿起来的效果的，正常来讲是凌晨四五点的时候，其实很多老板都离开了，这个欧尼永远都在。我刚刚心里在闷闷一件事情，好吧，我刚刚心里在闷闷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在闷闷什么？你的竟认真够屌，然后也很认真在福搭在设计衣服，但是他还有时间 shopping。对啊，他买很多名牌的东西啊，也、欸、不错哎、欸。我问他，哎、欸，我们也爱。觉得他是很认真的 Oni， 然后会赚也会花，也会，而且都要设计衣服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常常时间都在店里，那哪里有时间去 shopping？ 真的很好啊，大家都说期待的，我 shopping 的。哎，你们都知道一二三是什么了？一二三就玉婷的了，玉婷还有喝酒嘞，喝酒、哦，对，他还有喝酒，昨天晚上还有，他昨天是，他到底哪里有美国？昨天是谁找他去喝酒？他找他去喝酒、啊，他就直播以后他马上去喝酒，对，应该就两个小时。哎、欸，是不是他常常很多的设计、啊？对，他很多设计是喝酒来的吗？啊、看，没有，有时候真的会会有灵感，会有灵感。真的。真的对不对？有时候真的会有啊。你看他瓶身的设计，其实有时候都会有，会赚钱。要看的，真的啊，很好。他去买，不断的去每个酒吧，他买鞋子。酒吧会有衣服的设计元素，有会那种颜色呀、啊，亮亮的感觉。蛮好笑，会赚也会花，真的哎、欸，我真的很佩服他。而且他刚刚讲说他有两个小孩。我刚刚有听到他在跟小孩视讯，那超屌的。好，来，我先讲。好，那我们讲回来哈，衣服咯，回来衣服的那个袖，他讲的领口有看到吗？领口有做到撞色，以及袖口这边一样有做到条纹配色，颜色非常的可爱。他这边做了一个圈。对，应该是他在那个别人转到我的货出发，对，很可爱，他就有这样一点点设计就不一样，那颜色有四个，对不对？四个色颜色，四个颜色、嗯、哦，你看你看有看懂吗？紫色配紫色，有看懂吗？领口配紫色，你看的酒啊，好可爱，有听到吗？说好可爱哈、哦，这个喝酒是舒压，真的是舒压，不错啊。好的，不要过量就好。好，那这个的话，你们可以这样看，颜色上衣的总共有四个颜色，来 ，Kiki 的绿色，谢谢，蓝色，谢，还有 Oni 身上的米色、白色，然后这个是粉色，好，总共四个颜色，尺寸的部分。嘴都发紫，没有，人家是口红啊。来，他知道他在开玩笑。来，尺寸二叉都可以穿了、哦、哈，很好看。那你喜欢像 Kiki 一样同色系的？凯蒂说粉色够亮，粉色够亮，穿给你看。凯蒂喜欢这样子、同色系搭配的，你可以跟 Kiki 一样这样穿。一零三三三，或者是你可以像 Oni 刚刚他这样子，他的杏色裤子配白色，但是他领口有撞到绿色。韩国商品卖488是超值单品，而且设计元素都有。好，设计的元素都有。那我觉得 CP 值很高。好，那 Kiki 介绍那个裤子是，款号是103，或者是。334，或者是外套加上衣，就是应该是说外套加上衣，你就可以直接免费得到我们家的品牌购物袋。有 Kiki 的裤子啊 ，Kiki 的裤子是103334，对，103334。好，刚刚上衣款介绍的，哦，他们都加这件 T 耶。是啊，这个真的很好看，这个超好看。蓝色好看，蓝色穿给。你们要买，你看欧尼很认真在 push 这个外套，他真的很认真在 push 这个外套。你刚刚欧尼讲说这件上衣很多人吗？这件上衣啊。左胸口的圈圈是不小心口红印出来。丽珍，我是觉得他是在划拳，捡到石头布，他想到石头。我刚刚认真脑筋这样划过，可是不好意思讲出来。
他一定是剪刀石头布，他每天他们会划拳，他们很好穿，对，这真的很好穿，他们家的东西，讲真的，这欧尼是真的超级无敌认真的，啊，我是蛮欣赏他的工作态度，他这次比较做的可爱，对。啊，他真的比较日韩的风格的样子。他们家有比较女生风，可是是我们都会跳过比较多的哦。嘉义说是酒杯印啊，嘉义你很可以哦，很可以、哦啊。你们联想力也不错哦。酒杯印，你们联想力很强啊。小钟，你跟他说，他们说这个是不是酒杯印？你跟那个就说，是真，是真的吗？OK， 应该要剪刀石头布。那等一下找找看有没有剪刀石头布，我已经做过了哦。我制定款做过剪刀石头布，妈妈你记得吗？有，但结果卖很久，卖不完。好，来，我们喜欢这上衣，喜欢下总共就四个颜色哈，白色、蓝色、绿色跟粉色，我推荐给大家，很可爱，488而已。领口给你再滚边，袖口再给你做配色，真的不一样。103331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就是那个欧尼喝酒来的哈，玉龙裤子二喽，没问题。推荐给大家，裤子是103334。好 ，Kiki 的裤子跟欧尼的裤子是103334。然后这一件，如果你们想要成套的话，这样配色，领口绿色，这个绿色也超好看。袜子的，好领口绿色，这个绿色超好看。那还没介绍，还没介绍。喜欢我们可以自己教哈，你们都可以像欧尼这样配，或者是 Kiki 同色系这样配也超可爱，全部都可以。韩国的上衣卖488，很少见，很划算。把握时间，把握机会。官网也是卖488哈。欧尼的紫色裤子没有分尺寸。然后 S 到 2L 都可以穿，身高170公分，长度也非常够哈。因为韩国的 T 其实都不便宜啊，只要品质够高的状态。Kiki 上衣是绿色，Kiki 的是绿色。你们尽量问我们，马上回答。好，还是换裤子？好吧，我要一二三啊。我要一二三先。上衣，对，爱心先哦。来，一二三准备了哈。一二三准备。一二三是玉婷挑的。后来我还是屈服于玉婷的意见，因为我觉得还不错。我是希望外套了，因为 CP 值。有跟他讲吗？没有。但是你们就怕太热。他们要的这个，来这个啊，这个是维他命，这个是益生菌。你们要求要维他命的哈，这一档直播也顺便播，因为没有时间去摸美妆厂。来，这个维他命呢，帮我置顶一下哈。这维他命的 CP 值很高，绿色是益生菌，绿色是益生菌。那有谁要求的？佑嘉？忘记了，可是是许愿款的。许愿款的，你们许愿款的哈。谁？这个款号是103。A 132，哦 ，A 132，啊，玉婷已经用123来了。哦，好，这个等一下哈，一二三先，一二三直接加起来哈，一二三先，好，一二三先，一二三自己加，来，这个原本我们韩国零线的卖价是，我记得是818块，好，818块，好，那个。价格都是先设定好的，然后临时起意去做12345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况，所以我不想要强制的先设定好。好，那818现在就是688元，好，688元，好，那价格很甜很甜，好，因为它这件贵在于它胸口的毛衣口袋，好，那有一个微笑，啊，它是针织的。好，针织的欧尼，你来这里，它这个是毛衣，去织一个爱心出来。那这个配色啊，是近配色的方式，好，相似色，好，相似色，好，因为毛衣的面料要染成跟它一样会有难度，好，只能相近色，已经很相似了。好，这个价格的部分就是688。欧尼的上衣，它有1234四个颜色。来 ，OK， 它贵在
那这块面料，是不是贵在这块面料？文旦，你要给我台币上。对。一个对面不是。好，一二三加一，好，一二三加一，好，六八八。蓝色的路才不见了。因为比较认真，所以一二三四五六都给他。好，一二三四五六都给他。对，相近色的配色。啊，那面料是有糖吗？无糖。麻料的吗？棉的。棉的薄棉，就他们家喜欢做这一块面料。麻料吧。棉的。哦。它不是麻的哦，麻的会刺，它只是那种衬衫面料哈，这是属于衬衫面料。来，新朋友，你们自己那个。它没有弹性。爸爸，你那个六八八真的是可以吗？你扒一扒哎。可以啊。六八八，好硬哦。我真的觉得硬了。来，我先跟大家讲哦，一二三的概念，像昨天的一二三，我先讲，昨天的一二三，今天已经都没有办法再结单，都已经结束了。含免成分高的。等于是今天的一二三，你们要记得只捞单到明天的六点。好，明天几点几号？明天是十三号，七月十三号的六点来去逛逛，是七月十三号的九点来去逛逛做清空。过了之后，我们就还是买八一八很甜的价钱了。我们现在六八八真的超甜，真的是回馈给就是我们就是线上有看的，然后短时间我们就立马赶快接单。二楼穿是 OK 吗？这个真的可以赶快加哈，真的可以赶快加，超可爱。二楼穿 OK 吗？真的超可爱啊！二楼穿 OK 吗？可以 OK 可以。我穿我到。我不要紫色。紫色。我不要紫色。来，喜欢自己一二三加起来。好，那喜欢绿色，喜欢 KK 绿色，你赶快加绿色。你看我的爱心很可爱，可爱，对，超可爱，快点绿色。哎，这个二楼可以，可以啊。可是内内，啊，我的内内应该是低套的吧？对，反正小西西可以穿，你赶快脱掉，拜托。可以啊，哦，不会很 K， 不会很紧，好，不会很 K， 很紧。你赶快脱掉。没有，等等可以，等等可以穿蓝色吗？可以，哎，欸，哦，你就穿蓝色，你还是你要穿那个紫色？紫色，等等可以穿蓝色吗？可以，哎，你就穿蓝。好，有，小西西可以穿，所以完全不会，一定都是可以穿的，好不好？一定都是可以穿的。颜色超可爱，秀兰你好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不要计价钱，不要计价，完全不要计价钱，也不要跟我讲说我上次买多少钱，我可以再买吗？没有。袜子编号，袜子是欧尼的啦，我们上次有卖过这个很久。我的袜子，啊 ，Kiki 的袜子是10501零五零七，10507，我的胸围哦。啊，来 ，go，很棒很棒。男生的胸围都比较，像，因为他的体格也是比较壮的，然后腋下都不会卡，因为我的上半身的胸宽也比较大，那等于说 D 跟 G H 罩杯的，你看，肩线这边都完全没问题，啊，腋下不会卡，胸宽这边都还是有空间，所以不用担心，二指要完完全全是没有问题，对，裤子是一样的，好，裤子一样，好，棒棒棒棒棒，很不错不错。请问推哪色？啊，每一色都推，你哪一色卖得好 ？Oda best color。Number one, number two 颜色。紫色。Number one, number two 。爱心，四个颜色都好。四个颜色，哦，真的有听到哈。加四，好吗？谢谢，感谢。那欧尼也很懂，叫你们加四哎。我就叫你加四。那一二三加一加二，好不好？你们自己加。妈妈婆婆都很都可以。秀兰你好，秀兰姐姐你好。这个颜色很好，所以明天的下午过后才入单了哈。好，四个颜色好可爱。对，我爸是应该是想，因为我要试穿。这是一二三，赶快我们第一个可不可以？第一个一二三。然后价钱呢？原本八一八，那现在给大家六八八。好，六八八。我们刚刚挑外套，大家觉得八一八也很便宜，太厚了，然后觉得它的我们这个很划算，真的给你们便宜的价钱。再进来给你。我帮你竞拍一下你这个胸口再次的地方，因为它的面料跟异材质，它这种你看那种针织的。跟一般的我们那个毛衣的针织是完全不一样的织法，对，那它比较不会垂垂的，哦，是不会掉掉的，哦，它比较硬挺，
啊，你说会刺刺的吗？完全不会，就毛衣的材质。这个要必须要讲一下，如果毛衣是用不好的面料，比较不是说不好面料，比较软的，它就会塌塌的。嗯，塌塌的。好，这个是比较立体的感觉，可能织法不一样的关系。好，这个。一二三，我们赶快交哈！一二三，赶快交，总共四个颜色哈。玉婷选什么色来？玉婷选哈，玉婷选一下，看你喜欢什么色。玉婷哦，颜色都超可爱耶，这个好可爱、哦。玉婷，你不用他选，他一定选水蓝色。这个吗？哦，你可以穿一下紫色吗？啊、对，哦，你穿紫色，可以穿深蓝色看看吗？可以啊，可是我的绿色爱心就这样配。很好看，我看绿色袜子，赶快买起来，绿色袜子超可爱，还可以穿 AB 袜，待会我穿 AB 袜给你看，是吗？什么叫10507？袜子袜子。好，10507袜子，你们真的都可以配起来，袜子真的超可爱。上次的 blue 买过了，这一次的 green 你们也要加，好不好 ？green 你要是要也是要加。那我要穿这个，玉婷选深蓝色，好哦，玉婷选深蓝色。那位帅，那位帅哥要经常出来。那位帅哥是不是？帅，要看欧巴是吗？那欧巴出来，长了200米个。真的。哈哈哈。可是，坐起。好，来这个一二三，赶快加起来。玉婷都保色，真的，单单你很了玉婷哎。哎，蓝色跟紫色穿给大家看哦，每个色都穿了，好不好？每个色都穿了，喜欢我们自己家。来，一二三四，疼你们的价钱，希望大家买得开心哈、哦。喜欢都可以赶快加6688，真的很甜哈、哦。我们可以喜欢再多买。那它这个很特别的，就是它那个异材质的拼接的部分。那它异材质是针织爱心。这个地方刚小西西点出来，就是这个地方很贵。那我们给大家很甜的价钱，你们真的买的会很开心，喜欢我们自己家。好，再来看一下我们 Kiki 的裤子了哈，裤子刚刚有人在询问，绿色裤子有吗？有。其实今天 Kiki 来的时候就是穿黑色裤子，好不好？今天 Kiki 来的时候，我待会请小西西给你看一下，我下午已经去拍穿搭了。黑色裤子，好 ，Kiki 就今天也拿这一件，因为我觉得这一件裤子很好看，就是我们家的元素喜欢名车线，好，名车线的尺寸的话呢，2X是可以穿的，2XL OK。2X可以穿哈，这件裤子2X完全没有任何问题，一样都是可以穿的。然后它这件是有弹性的。那再让大家看清楚一下下哈，这裤子的部分呢，杏色是咖啡色名车线，你看它这个口袋盖子还做的比较上面，故意的。然后这个是不是也是个美丽的错误？就是不小心车太高，是不是？对，喝多了是不是要把它车的比较高一点，很可爱。然后有裤脚，你看要折或不折都是可以的。那后面一样是两个口袋，杏色咖啡色线，粉色是咖啡色线，粉色咖啡色线，这个是深咖线，这是浅咖的线，然后黑色是白色线。为你有包色黑色是白色线，我们家那个688的价钱呢、啊，你可以包色了。我们家很甜，一件就给你弄包色价。那我们家这个韩国连线真心是最便宜的，你们真的可以多带哈，你们真的可以多带。好，来黑色的话就是名车线是白色，那欧尼的紫色呢？紫色是的，这个是紫色还是黑色？蓝色，深蓝。来 ，Oni 的这个的紫色是深蓝色线制哦，深蓝色线真的很可爱。哎，它真的很用心。你知道那个你们知不知道他在机台在车的时候，它是整批车，可是你如果是要换线的话，它是整个那个机台要换线是不容易的，就等于你车这个线的车这个颜色的时候要换白色线，你要车这个颜色粉色的时候你要用杏色线，等于你要每一次都要去换这个线，其实很麻烦的。麻烦。可是他不厌其烦的去做这件事情，这就是他们家特殊的地方，好不好？来，裤子款是103330，来给大家甜甜价哈。原价1580，我们现在就1058带回家。哪里没有车准啊？哪里没有？
他说，就是我说这里，就他是不是喝醉，然后把口袋车人上面？不会啊，那是他的设计，我觉得他这个小巧思啊，如果中间做两个口袋的话，会比较单调。那如果把耳朵往上移的状态，其实他就说这个会不会是美丽的错误啊？不会啊，那很棒哦，我就觉得下次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呈现，是，好不好？真的超好看的，颜色就这 Kiki 总共五个颜色，好，1058，我们免运就寄回家，尺寸2X完全没问题，你们可以加，它很帅，跟之前的款式真的都不一样，有错开，名车线是我们家的客人都很喜欢的，我知道你们都很喜欢，上衣卖了哦，上衣就是1231+1哈。好，那你喜欢我们自己家？好，师傅下次来不爱我知道了。喜欢就自己家，好，来自己家了哈。这个裤子可以吗？好可爱，男生穿也可以哦，哈，男生穿是很 OK 的哈。对，是可以。裤头那个纷纷姐问说裤头会卷吗？不会。他橡筋有缝死吗？没有，你问他，他这个有缝死。里面的橡筋有红色，不会没没会翻吗？不会不会，不会吧？它这个本来就这么粗，不会，这里缝住了。对，不会不会不会，这里缝住了。然后品不会翻，不会翻什么品？蓝桌绿的。苏信之加二，拍手，拍手。他永远都是潜水客。但是因为就来也有家哈，就来也有家。一二三是多少？我们原价八一八，一二三六八八，给大家八，原价八一八，我们给大家六八八哈。我干妈加二了嘞。好，这个我们自己叫，我们来换下一款了哈。那我们去他，你去换下一个，你来卖这个，快点来。啊，我现在去上牌就好了。我就去上个厕所。来，好 ，Kiki 去上个厕所。哦，那因为这个我推荐哈，你们Kiki 说有客人指定要的哈，在社团上面啊，这个就是 A 132，啊，有一个是酵素啊，我不知道是哪一个。我这是维他命。维他命，维他命，乳酸酵素。啊，真的哦，我怎么没看到哎？对啊，如果不方便加的，可以到官网去买，没关系，好不好？这是给孩子吃的。啊，官网有提供穿搭照啊，大部分都有，然后有尺寸规格表，你们都可以上去看一下。啊，这个酵素是之前有卖过，然后评价很高，然后在社团上面。有人又拉出来说他想再买啊，因为这些小物的部分都是那个连线的时候才会贩售，除非有现货，官网才会卖现货。好，这个款号是 A 132，蓝色是益生素，好，这个是益生菌啊，益生菌，粉色是跳跳糖的维他命，小朋友喜欢吃这个跳跳糖，就是我们小时候吃含在嘴巴，它会在舌头上面跳动的糖果，好，这个啊，这个蓝绿色是益生菌，好，益生菌，反正小朋友大人都可以啊，小朋友大人都可以，这我的小孩都常常吃，好，我们家的柜子上面有都蛮多，都会备 Kiki 都会备三四个给他们，因为小朋友容易便秘嘛。啊，两个都会给他们吃啊，因为尝试过很多益生菌的方式啊，这是弟弟主推的啊，他有跳跳糖的啊，跳跳糖的 A 132，大人也可以啊哈，大人也可以，好 A 132，这个有人许愿说要的啊，趁糖果连线。要买的真的是可以直接买啊，官网也有贩售哈。中根堂，好，我找时间好不好？什么中分堂？中根堂就益生菌啊。好，傻妞，那个 Kiki 在，请他寄回台湾好了。好 ，Kiki 找时间。这个 A 132很不错的单品了哈。跳跳糖拿去骗小孩很好用。对，它吃起来
起来会哔哔宝宝啊。对，会哔哔宝宝，哔哔宝宝。朋友也会喜欢吃。大推哈，值得推荐。热销，当初热销到不行，好、哦，那很多人买过，喜欢加单的直接买。最后一批有一个，因为我们那时候不想要，因为这是食品，不想要让大家等，我们有把一批的砍单。啊，是哦。嗯。啊，这个当初有缺货过哈、哦。对，缺很久。有缺货过。你们这个有喜欢就赶快加。好。哎，有人问说 ，Kiki 可以拿131衣服一下吗？1331，1331，1331。啊，妈妈你拿一下这件。许愿都只设定社团的哈，1331。31啊，31。对，就这个啊。这是。对。有特定颜色吗？没有，他没有讲。益生菌一样299吗？两个价钱一样哦，对吧？对。对，两个价钱一样啊。你一个就是选0110粉，然后一个选0005绿吧。两个都是跳跳糖吗？都跳跳糖。两个都跳跳糖。然后这个是益生菌维生素，这个益生菌。维生素益生菌，两个都跳跳糖。好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不懂。我有吃过跳跳糖，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个。裤子会卖哦，裤子已经卖了，裤子刚刚有卖了，啊，帮我看重播，好不好？后面条纹的领口会有，会有。然后它一盒里面有30包，都是2克的。好，记得就是小朋友的益生菌，你们真的要让小朋友吃，因为小朋友的益生菌，因为他们都比较不吃菜。后面绿裤已经卖过了哈、哦，所以益生菌小朋友都可以补充。后面的绿裤你帮我打一下哈、哦，10333，好，价格是1058，刚刚那个都有穿过了哈、哦，你帮我打103330加一就好了。好，那我可以把它念完吗？啊，然后那个这两个啊，你们要唯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控制小孩子吃的量。我因为弟弟家，哦，因为弟弟家，一天一包就好了。我们家小朋友就是这样，就是会一直吃，然后你因为我们家的保健食品都是放在很公开的地方，小朋友都会去拿来吃。就像那个维他，帮我打，不好意思，帮我打加二哈 ，1A132 加二，就像我们那个维他命 C 有没有？它那个有屁桃的那个维他命 C， 那图案超可爱，对。他们就我就说你们一天就是2颗，然后不可以分开打，请帮我打 A132+2，到时候来去逛逛去挑你要的颜色就好了。他们就会偷偷的，然后又去拿过来吃，所以这个唯一担心的就是不要让小朋友吃太多，好不好？一天一包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一天一包就可以，很方便，好不好？那维他命的部分里面有维他命 C、维他命 D、锌、维他命 B1、B2、B6、B12。然后小朋友吃都很棒，反正就其实取代我们的一般的那种跳跳糖。对，反正我们台湾有卖一小包，好像1块钱的跳跳糖。当然吃那个是好玩，但是如果真的要吃，我们就买这个吃哈，比较健康一点。对，一盒里面有三，好。然后那个我你去厕所一下下。好的，那再来就是我身上的，还是等他回来再一起。再介绍一个小物啊。好，佳玉进来哦。佳玉耶。嘉义指定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嘉义指定。这什么？那个万用棒，这个是金高银等等，包括你拿着，然后我找影片给大家看。这个万用棒，你可以涂在你的法令纹，妆前或妆后的提亮，或者是你的那个头发，它还可以当护发的概念，它是万用棒，好不好？是万用嘛？这是网红超红超爆款，好，这个是。给大家看这个，那你们就知道它了哈。等一下，对。有看它哈、哦，你可以擦在法令纹啊，可以当护唇膏，可以当护发的，脖纹的地方也都可以用。然后就是它由它代言的，它的保湿美白抗皱，好、哦，然后保护肌肤滋
滋润，然后防止干燥的部分。然后那个什么 Kiki 呢，给大家甜甜价哦，我们现在就是599的价钱。然后这个是在 Olivia 就是常常卖到缺货的这款，那你们也可以常常在韩剧上面就看到这一根的出现，丢弃一的佳玉丢丢弃一哈，丢弃一。小女子，对，就是小女子的她哈，小女子演小女子的她哈。你们也有看小，我看一下可以多长。小女子，对，金高银，她会砰跳出来啊？我不知道，坏掉我就揍你。就这样而已，就这么长。对，然后短短的三公分。她很棒的，就是真的，因为我有在用嘛，那个。佳玉在许愿的时候 ，Kiki 就有真的在用，我觉得它的那个保湿效果很好，就是你看它插上去之后就有那个光泽感，好，插上去之后就会有那个光泽感，很棒。所以你有想要提亮啊、打亮的话，妆前妆后都是可以。我看它上面的那个简介是妆前妆后，那特别的部分就是在脖子脖纹的地方哦。我们有时候假扮演演播台记者，都给抹一下，跟那个。什么闺蜜聚餐也要拿起来 gay 掰一下，画一画哈，画一画，画一画，懂吗？懂吗？神奇魔法棒，对，神奇魔法棒，来，把这个推荐给你们哈。九克599哈，599，佳玉已经买了哈，下一个。九克599啊哈啊，还不错，我是觉得还不错，就是你在用的时候，它那个我觉得那个滋润的程度还蛮好的，好，滋润程度，对，想到就拿来涂啦，丢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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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来，喜欢我们自己家咯，这个是那个佳玉的许愿款，好，佳玉的许愿款给大家哈。A212 都是看韩剧看太多的嘛，那你记得那个 Olivia 也都是要抢的哦，然后我记得那个那个这个价钱对 Kiki 真的是算最最最便宜，然后日期也都是给最最新的哈。Kiki 叫的这个厂商，他有特价款，他会跟我讲，可是效期都不美丽。那我还是坚持，我不想要卖那么便宜，便宜，可是他那个效期真的太短，我真的不是很喜欢。那我坚持就是还是啊，所以我价钱算很便宜。那当然，因为我当然不是最大量的那一个，但最大量可能会有再更便宜的价。那我真的真心诚意开599。对，599哈，很甜，好不好？好，上衣上衣上衣来了，上衣来了，上衣来了哈，来，好蜜来了，这个好可爱哟、好可爱。这个是这个是 Only 的另外一个品牌的上衣，这个叫 Local 是不是？这个是另外 Only 的另外一个品牌的 Local， 然后就是他在他店面的斜对方。那这个是我特别定去那边找他挑。那我觉得我喜欢的原因是它这边就是有做了两个，就一个造型的口袋，这是真口袋，还有一个那个线，好搭配的。那这件上衣的尺寸的部分呢？这件尺寸就真的到XL，XL，对，这件的话尺寸就只能到XL的尺寸，好，这件就是只能到XL，好吧，这件就只能到XL。那2XL的话会穿比较合一点，那我希望你们可以穿的舒服一点点，因为夏天就真的不要太闷了。来，给颜色哈，颜色总共有四个颜色，基本色系就是我跟欧尼身上的灰跟杏，喜欢亮色系，粉色跟绿色不要错过的。绿色好可爱，搭什么？我绿色的袜子。来，女生袜子好吗？袜子是袜子，我再讲一次哦，105071，好，强推的用意是真的很棒。对，105071是袜子的哈，好可爱，两个色。你再想一想，这一件绿色上衣，我搭奶油白裤子，然后搭上这个袜子，再搭上拖鞋，真的就是100分。它的那个色调的部分，色系配得很美，很顺眼，很柔。你看，我那这个的蓝配刚刚我们的配色牛仔短裤，是不是也超好看的？好，是不是也超好看？再搭这双鞋子，很潮，好不好？搭我们家制定款的鞋子，鞋子真的很可爱耶。这个搭上鞋子真的超可爱的，好不好？它的口袋的设计啊，我是觉得它很像那个，你最近修理那个包包叫什么？机车包，嗯，它那个虚线的部分，它做的我觉得还不错。是，好，那我觉得它元素的类别，一般口袋都做这种简单一点点，那简单的元素搭上去，我觉得还蛮棒的。是，价格618而已啊。对，
喜欢我们自己家618的价钱。好，那是103337。好，103337。那个是 Powder 的另外一个叫 Local 的品牌，然后所以是他们一样是 Powder 家的，但是它是另外一个品牌。不要怀疑说，哎，你们看到这个怎么会是这个欧尼家？没错，就是他们的啊、哦、哈。来，价钱给大家填618，恢复连线价就是如果还有少少现货，我们就是980的价钱。是正常价哦，哈，那你再看看那个水洗颜色，真的配的都很美。来，要加的自己加103337，加一加我们自己加哈。好，来，我们来换下一个，下一个就是裤子，神仙水啊，神仙水明天开了。好，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神仙水明天开。神仙水也是用量很凶，对不对？那个拿来厚敷多，而且它很大，完全不会心疼。然后我在宜兰就放一个很大罐，真的，我都有时候我手脚比较干，我会大量的来抹这边，就晒后我会因为它量很大，拍很多，对啊，拍很多，对。好，来再来我们的裤子的部分有三个颜色，来，那条裤子你们可以喜欢的就是配色感，好，你看它的那种撞色感很可爱，然后这边杏色配这个上卡其色，深浅色的方式，杏色配卡其色，腰头是做到松紧，尺寸的部分2X都是可以穿，它是棉的材质，对不对？这是棉的，对不对？棉麻，这个就是棉麻的材质哈，这个就棉麻的材质，尺寸2X都完全没问题。然后刚刚讲的杏色配米白，杏色配卡其，然后这个是深蓝配。宝蓝，深蓝配浅，少一个山哦，对，淑女。然后再来 Kiki 的这个是绿，两个绿，好，两个绿的错棕色，真的很可爱。那你再看一下这个后面口袋，好，后面口袋超好看。然后这个也是薄款夏天穿得住的，对，它算直筒裤，它是薄款夏天穿得住的。身高够高的不用担心，168也没有问题。好，薄款穿得住的，好，薄款穿得住的。来，要加我们自己加的。你侧面也给他们看一下，侧面。这个的款号是103339，原价我们1680，给大家连线价1058，真的很低。蓝色、绿色跟杏色，哎，这一档韩国的夏季，韩国夏季连线的部分呢、啊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真的都不要计价钱，真心好不好？你们真的不要计价钱，因为我们要赶在八月的时候，所以这一次的价钱你们都不要计，我真的觉得超甜。对啊，价格不要看了，你们买喜欢的东西就好了，我尽量压低，好，尽量真的是尽全力。小西西，我相信他这一次来就一直在闷这件事情，我相信这个价钱一定都很便宜。我真心觉得，来103339，价钱1058，免运就寄到家了哈，免运寄到家，你可以配你自己属于你自己的那个味道的上衣来配都很好看。我几乎包邮了，然后又要开发票，又要寄空运，讲一下而已啦，讲一下念一下而已。好，来。好可爱哦，颜色就三个咯，你挑你顺眼的那个颜色，因为这个颜色配起来超可爱，你看它有对应到色，你待这个条纹你待会会慢。欧尼的蓝色很不明显，欧尼的蓝色要帮我近一点，近一点才明显，因为镜头的关系。对，我觉得它那个蓝色蛮明显的。可以吗？可以。你现在是换上衣了？没有哦，还是裤子吧。对不对？我待会换上衣，待会我换上衣，裤子介绍我换上衣。欧尼的裤子先，裤子的蓝色不明显。来，欧尼，我裤子看一下，好，这样会比较明显一点点，不然镜头暗暗的。嗯。好、哦。实际上是很明显的哈、哦。对。它一样是都是蓝色，一深一浅的方式做配置。是。好 ，Kiki 的是绿色 ，Kiki 来，到我这边，你看到吗？再过、啊、再右边一点，你再右边一点。你看到哈、哦，面料都是很轻薄的哈、哦，很轻薄的。2L可以穿，好、哦、，2L可以穿。好，那裤子自己加哦，哈，品牌做蓝色。蓝色好看，因为就喜欢。欧尼拉远的话，那个我视讯的镜头就比较不明显，但是近实际上是很明显的。好好看。好的，我们就换上衣咯，好了吗？
好啦，上衣上衣来。他说，沈轩说 J 十二，J 十二的。我老公。老公送的。老公 birthday。birthday。Kiki 也爱啊，Kiki 以前也很爱 J 十二，可是我就是不喜欢。所以就一直没有，一直没有。来，欧尼的上衣是，欧尼的上衣是，等一下哈，103328，他一样用配色的方式，好蓝，这个颜色可能要核对一下哈。来，那个欧尼身上穿的是蓝色，然后这个是紫色，好，以领口为主，好，以领口为主，好，然后口袋的设计也很特别，好，口袋的设计，它这边有做车线，好，它是，哎，这不是车线，啊，有车线，好，这边是做车线，这一块面料的质感也很好，好，价格。你们没看错，528而已。好，528。啊，这个啊，面料是棉的，然后面料很软，有水洗过，哦，质感100分。好 ，OK。价格528。超可爱，活泼，活泼。你买这条裤子就是要买这个双袜子。对。真的啦，买这买。这个穿 AB 袜哦，好 ，Kiki 是穿 AB 袜哈，爱心是15色，袜子是105071，好，袜子是105071。那上衣的话，颜色刚刚我们有给大家看哈，就是这几个色，那你就挑你喜欢的颜色，那像这边有的颜色，你下半身都可以做搭配。色系，好，以这个为色系，好，这个是绿色，这个是紫色。那我讲的是你搭配你的下半身有对应到的颜色来做搭配，都是100分。那像这个我们搭蓝色裤子、搭紫色裤子都超可爱。我们他们很喜欢这件。搭紫色都是超紫色，搭紫色的那个裤子、搭蓝色裤子、搭橘色裤子、搭绿色裤子来搭都非常可爱。来，款号是103328，来价钱528，真的很甜很可爱。异材异领口配色，它这种都是做撞色。色系的，它的口袋的话一样是有立体那个有立体车缝线哦，它的口袋是立体车缝线，不是一块布就车上去，它是穿起来会有那种挺度的。这个设计元素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，它多色下方的两条车线的部分啊，会让它比较立体一点点。啊，多30块还是多50块？没有，会比较立体。那如果没有这一块的话，它就是服贴，好，比较服贴。比较平面的感觉，好，那其实我觉得它小细节的部分它都很细腻，好，这就是Powder家他们的特色，真的，而且配色的部分是大胆的，配色很大胆，嗯，配色的元素真的做得很棒，这个蓝色配紫色也超可爱，嗯，但是配这个也很好看，因为这个有紫色，然后配上这样的紫色也可以，所以其实有对应到的颜色都是可以的，103328，103328，大推了哈。嗯，价格很甜哦，528而已。对，528。我希望我们自己家，哎，再讲恢复连线价就是890，也是很划算。阿 Kiki 的裤子是103330，好，2L可以穿，颜色有五个色，好，103330，2L可以穿哈。这一件 T 恤只能到 XL 吗？我跟你讲，二叉绝对可以，二叉可以耶，100%可以，二叉可以，真的可以，二叉可以。你这个帮我变更一下，这个棉质的部分，有啊，那上面改二 L， 好，二 L 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二 L 可以啊，二 L 可以穿，一样可以，二 L 可以穿。上衣二 L 可以，短裤二 L 可以，短裤是103330，有五个颜色，好，二 L 可以，刚刚那个男生有穿，好。有紫色，有黑色，有粉色，卡其色，还有 Kiki 身上的绿色，绿色配袜子必买哈，105。
10571 好，105071。外面是找不到的，我跟你讲，很难找哦。对。这是秘密基地哦。再来、啊，再来、啊，好，换了。下一个。欧尼的这个色很可爱，这两个色，如果你们有加二的话，这两个色。它很日系，这种日系风格比较活泼一点。还 OK 棒。欧尼的长裤也好看，欧尼的长裤，我也给你货号，刚刚介绍过了，103334，刚刚玉婷讲了。它的车缝线坐在膝盖的位置，那身形的比例在缝线上面是加分的。那我觉得他们都有它的特色在，那你们可以看一下细节，尺寸2L也可以穿，103334啊，玉婷 ，OK 绷，你的 OK 绷，这个当初救了玉婷一点点血。T 字的 OK 绷。那 T 字的 OK 绷用在哪里？手指头，哦，手指头。玉婷出血的时候是去年吗？去年的。这个，你看到吗？手指的 OK 绷应该是试入，啊 ，A 138，完了要吃土了哈。A 138。那个手指 OK 绷哦，就是你有看到哈、哦，手指，因为通常我们那个一字型的啊，你没有办法把这个手指头，如果受伤的话，你真的没有办法包住。这个是专门缝手指头的，好不好？手指头这个很好用哦，有需求的要。你那个欧尼的裤子拿出来再给他们看一下。我在药店都没有看过这样。对，真的就是找不到、啊。我们、这个、我们那个台湾都很少见。是台湾真的找不到，你们喜欢。这个要囤货，赶快，不然下一次就要再到九月，因为上次也很久没有，上次也很久没有卖了。那一盒里面有试入，就总共四个颜色：灰色、深灰色、绿色、卡其、杏色、紫色，还是蓝色？蓝紫色，哈、哦，四个色。好，这四个色刚刚都有穿，哈、哦。五 K 加老板娘都傻眼了，上次那个流血啊，对对对对。他真的整个傻眼。A 138，好，这个就是有需要的。这个都是放在自己的家里的医疗箱里面。当然都是备着用，备着不用。但是就是你一定要备着，备着不用的时候啊，手指头真的很难包。你我以前啊都是会包一个横的，然后再包一个这样子，是包两，我会先包一个这样，然后再包一个横的，很麻烦。这个是直接一体成型的。好，给大家哈，洋装来了。你们要补货的，下一个是洋装，洋装。洋装哈、哦，洋装超可爱，颜色有三个，颜色有三个。丽珠加四，这个是备着用的哈，备着用的。备而不用。对，希望备着不用了，放到过期然后粘不住。对，我也只能这样讲了，不然怎么办？好，来，来下一个。这一件，这个早上下午的时候 ，Kiki 有拍穿搭。来，款号是103335。这个可以，2XL 是不是可以？这个2X可以穿，2X是可以穿的哈。这个是2X可以穿，然后呢，它那个在孕妈咪也都是可以驾驭的哈，孕妈咪也都是可以驾驭的。裤子刚刚的裤子是103334哦哈，对，没错，103334。那这件也是非常重工的，然后非常重工的那个，你看啊，它这边有车缝线，然后整片往前车，这里还给你做打折，这边还有一个腰胸那个胸部的腰线，胸部的这个腰线，好，这个是胸部的腰线，有口袋，然后明天才会入单哦，明天才会入单。整片的话就是在欧尼这边，你看它这边有做到打折，打折这个是最难车的，然后整个圆弧，然后一样这样，对，前面对前面后面一样，后面还有一个那个开扣的，还有一个开扣，重点材质非常的舒服。我下午在外面拍照，很热，它很凉。他说、这个真的很大胸部不行吗？沈轩哦，可以耶。沈轩 ，Kiki 也低罩杯哦。可以哦，沈轩，我们看一下胸宽，好吧？我们看一下胸宽。对，你测量一下胸宽。看一下胸宽，因为他这边给的那个幅宽还蛮。他的胸宽是54乘以2是108。对。108。量应该也可以啊。来，这洋装我款
家哈，103335，总共三个颜色，尺寸二叉可以穿，高个小个都是可以。我163公分，然后有蓝色、粉色跟细色。哦，你可以帮我穿粉色吗？对。来，那个洗面乳的话，你帮我去我昨天的直播喊单哦，昨天的直播帮我喊单，不然就官网看一下，你官网打洗面乳应该找得到。你说昨天那个？对对，洗面乳。那你昨天那个直播价？刚才长裤是1288，1288。沈娟问说会不会憋？沈娟，你去门市试穿。门市试穿。六日，这个礼拜六日会开。这个礼拜六日，我没很大啦。沈娟讲的，要不是我讲的。可以可以。是胖。沈娟，你去门市试穿看看。沈轩以前都穿比较中性一点，现在不会了。来，这个好，喜欢我们自己家。哎，待会我会穿粉色给你看。我觉得可以接受的，我觉得粉色很 OK。你看，我那双鞋子好可爱哦，这双好可爱，那双鞋子超可爱，粉色也很适合。如果你们是喜欢粉色控的话，我觉得这个粉色穿起来也超可爱。好，总共有三个颜色咯，好可爱哦。总共三个颜色，来，粉的、蓝的跟 Kiki 的杏色。然后这件洋装可以塞气球，这件洋装可以塞气球吗？喂，塞气球？你这个逻辑为什么要塞气球？为什么？孕妇可以穿。什么是气球啊？不知道，孕妇可以穿。是胸垫了。太懂了。反正就是孕妇可以穿，好不好？我们自己。可以啊，你。来，洋装好甜哦，洋装2000块正常价，我觉得你卖1980就是超甜的。不要看价格，不要看价格。1758。好，喜欢我们可以这样1758好，长阳长阳。推荐给大家1758，总共三个颜色，一样免运寄到家。你可以再加一件刚刚488的上衣，两件结单送品牌购物袋，好不好？你两件结单送品牌的购物袋好吗？好，品牌购物袋。兄弟一式。好，然后礼物，他真的、哦，他在送两件，好的，真的、哦，真的、哦、送两个，送客人的。两个，两个。好，你们今天分享，赶快再拿起来。다준다고요다섯개이렇게有15件。마리하는손님주시라고全部送。全部送。15个。不要再给他关键字，直接这个关键字抽30个。再抽15个，我不是把你算成。我爱波德家了，玉玲，帮我想一个关键字出来。帮我再打一个关键字。抽几个？15个。嗯，那你们要谢谢欧丽爱心刷起来。这两个色对不对？爱心刷起来。可是我比较喜欢亮色的。一个多，一个多，亮色的，亮色比较好看吧。这个比较好，这个是立，这个是胖胖的。啊哈。얘는파우더적혀있고얘로고적혀있어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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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爆他家，对，爱心还刷起来了，谢谢谢谢，他们主动提供的，不是我凹的，对，我们没有凹，我没有凹，我是不会，我不是这种人。来泡的家果然来，杀掉好没有没有没有，是谁哟？来，赶快关键字玉婷置顶了，我们第一个关键字是连线不怕你买好料吗？那个是抽30名200块购物金，现在置顶的是泡的家果然够泡哦。这个呢，我们会再抽15名的这个袋子，好不好？送给大家哈，所以记得公开分享，谢谢谢谢，抽好抽满，这样总共抽45个哎、欸，真的很好，真的超赞的，真的超赞的，欸、来。这个卖都很贵、欸，对，我是不知道他要卖多少钱。这个真的价钱真的不便宜啊、哦、这个你们可以拿去放、啊、反正你们抽不到。化妆包，然后放卫生棉，然后外出用都真的非常好用。钱对。Many 钱，很多钱可以当钱袋哈，可以当钱袋来推荐给大家哈。来，这个
不是推荐给大家，你们就赶快分享就对。关键字两个色哈，两个色，爱心还在帮我刷一下哈，给大家点点的十五个，十五个，抽十五个，好。好的，这个放你们的化妆包啊，放卫生棉啊，很赞。对啊，放钞票也很赞，超赞。好，好吧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换。欧尼加码直接送你们哈。嗯。欧尼，可能看到你们的热情，直接主动提供，他很棒很棒。欧尼，谢谢。他打什么哈？韩国字是什么？他说很油腻，翻译错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很油腻，我爱你。很油腻，我爱你。油腻啦！油腻，我爱你。好，他说油腻，我爱你。有人打韩文，韩文字。我跟你说，连员工，我们现货都被扫完，他们自己订追加。你去换衣服。他们自己去订追加。这个有一天我就搞不懂，为什么办公桌？大部分的办公桌有二十几个嘛，然后几乎一个人办公桌都一个，放一个一个一个。这很大桶哦。哦啊，这个超大的哦，我手很大，超大。哦、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其实我真的不知道。胶原蛋白啦，它有胶原蛋白，然后吸收。鱼胶原蛋白来自于法国的优质原料，清爽不腥的石榴味，添加英国优质维生素 C 添加剂，添加弹力蛋白、透明质酸、石榴粉辅助成分。哦，这个就是大家会自己去爬文一下哈，听说这个热络度很高。好，那也是少少的东西。我们少少的美妆小物，那这个东西在官网，因为 Kiki 一直有追加，好，那这个一直有被库存给大家，哦，还有也是有人要求的哈，胶原蛋白，好，这个就补充你们的胶原蛋白。要囤货的，要补货的，赶快。到了年纪就要补充胶原蛋白。这个里面呢，它里面有1000毫克的胶原蛋白，那胶原蛋白一个重点是你要能够吃得下去。好不好？你要能够吃得下去，这很重要。重点是它是粉状，你可以直接吃进去，而且它有淡淡的那个石榴味，里面有添加维他命 C、弹力蛋白。弹力蛋白是干嘛？锁住我们的水，它补水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要用什么来锁水？就是用弹力蛋白。那记得这个要早晚空腹吃，哈，早晚空腹吃。它的粉末不是你们一般外面那种胶原蛋白，有些吃鱼腥味会不敢吃的这一款。这一款我们家波波都敢吃，那记得里面有90条哦。那如果说早上空腹吃嘛，那你早上一条，晚上一条的话，这个还可以，这个可以吃到45天才花你1299。45天哦，真的。玉婷，你去隔壁那个桌子上面干，他们都放在桌上。你去隔壁那个桌上干就好了。好，那它有英国的那个维他命 C， 真的要买这个。如果你们想囤货的，趁现在。哎，我卖1299，什么概念？直接一桶免疫，一家保管。巫心怡说他吃了一阵子，皮肤真的变直了。真的，这个是韩国大品牌。大品牌哈，它是大品牌，真的很推荐给大家。那你们不要再想说啊，你们要再去做很多很多功课。Kiki 其实做很多很多功课，我跟你说，它是真的很划算。玉婷，你去隔壁桌上站起来，你就看得到，你就它真的很每一个办公桌都干两包。它真的很划算，然后我觉得它吃起来效果也很好，有吃真的就有差。你花1299，你吃一次看看，很有感。好，记得要早晚空腹吃哦，哈，早晚空腹，而且你要讲的是胶原蛋白，你能够单吃而且吞得下去，这很重要。它可以，好，丽珍就吃了脸蓬蓬，真的，来要囤货自己家哈，要囤货来。谢谢，心仪，谢谢。A206只要1299，它很大罐。
哦，它真的很大罐，超划算，49天呢。有些人吃10天就花你1980、2380，这个不用，很划算。好，来，啊、要补货自己补了哈，要补货。我456什么时候要来啊？456我不知道哪一个。洋装。洋装刚不是那个？还有一件洋装。啊，下一个。下一个嘛，啊。好。来。刚刚 Kiki 推荐的商品很赞，谢谢谢谢，心仪谢谢，很用心推荐，是真的是在卖前就已经 Kiki 都亲自使用过了，好，这个必须讲，好，必须讲。啊？不存。擦那个细纹的，对，细纹的都可以当护唇膏，脖子的都可以擦，也可以当护发。对，好，来这边先给大家上衣，好不好？吃掉蛋白再上敷面膜更赞，真的，直接女生到了一定年纪就是要保养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就是要保养一下。好，来上衣先给大家，我很喜欢，我看到这一款上衣的时候，我摸材质觉得啊，夏天穿得住了。那再来我就看它的那个上面印图的颜色超可爱，好，这个印图的颜色非常可爱，颜色有5个颜色，来给大家看，它是竹节棉，非常透的竹节棉，有看到吗？透气竹节棉，不会闷热哈，透气竹，看美国。敷面膜正在看，谢谢 MC， 真的敷起来好不好？那个敷起来真的很好用。然后这一个呢，颜色总共有5个颜色，然后白色配紫色字，蓝色配黑色字，白色紫色是配白，黑色紫色是配白色字 ，Kiki 的绿色。是配黄色字，来这个给大家一样甜甜价哈，原价690，我们438块，很甜，好，438块。那这个的尺寸呢？玉婷可以帮我改一下吗？这件真的2X可以穿，因为它是竹节棉，弹性超好，所以玉婷你帮我改一下那个价钱的部分，这尺寸部分2X真的可以穿，这边真的可以，真的可以穿，好，2X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哈。玉婷再帮我改一下，这2X可以穿，价钱438，记得这一次的韩国夏季最后一档的价钱，你们真的都不要急。好，那上衣我再重新报款号款，它是103329，总共5个颜色，黑色、白色、蓝色、绿色、紫色，那价钱就438，记得是连线价啊，哈，回复原价我们就是690的价钱，这个是抛的加的，好吗？超级可爱哈，超级可爱，推荐给大家，这个可以加，好，这个都可以加，很好穿，夏天穿得住，南部的朋友这个很重要，竹节棉就是这么薄这么透，然后非常的舒服，不闷热款，好，不闷热款。好的，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裤子了，裤子介绍完再给你们456好不好？谢谢。来裤子的话给大家这个呢，也裤子的尺寸的部分呢，裤子XL 对不对？2X不行对不对？对，2X也可以吧。2X不行，2X可以，2X可以，可以可以，2X可以，这边好，2X可以。来，这个是。我没有，我这一条裤子我建议到 XL 好不好？因为它这里呢是打折，你2X整个撑起来不好看。我建议就到 XL 好不好？这条裤子腰是可以到2X，可是我希望你们这边因为它有做到打折，穿起来还是要有点宽松感，我会希望你们 XL 穿。好，这一件它这里呢很可爱的是呢，这里有2个扣，然后比较做的很像西装裤裙感，有看到这边有做到打折，它的裤子的地方非常的修饰我们的腿型，完全不闷热，然后这个也是棉麻材质，所以非常的舒服，后腰做到松紧，好，后腰是做到松紧，有口袋，后面没口袋，可是它前面这里是有口袋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颜色，颜色有四个颜色，然后这个是蓝色，这是紫色 ，Kiki 的杏色以及绿色，总共有4个颜色，好，总共有4个颜色。深蓝色，深蓝色。这个是深蓝哦，这个是深蓝哦，让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深蓝。
来，款号是103326，那原价的话是980，我们现在连线价是799。你看一下，它这里有做到打折，超可爱。好、哦，是不一样，它是棉麻材质哦，所以它本身面料是没有弹性，但是它这里屁股的臀围这边给的分量感十足，所以到菜楼可以穿。二叉我们先略过，二叉虽然可以，但是我希望我们的臀腹部的这个地方。好吧，腹部的地方真的是要做到修饰，所以我会希望这个腹部的话，我们就是到菜楼穿会是好看的，好吧？我们菜楼穿会是好看的，很可爱。那这一个是我当初就在挑，我觉得要挑一点点不一样，因为我们家其实真的都偏很休闲款，对吧？我们家都是名车线啊、袋子啊、工装裤。那我觉得这一件可以让我们可以稍微，比如说衣服扎进去好看。好，就稍微，你又要去哪里？老板就这样晃过去，你不是在直播吗？然后这样子，好，你要稍微有点正式的话，这样子穿也很好看。哦，你穿给大家看，其实我有挑了一个衬衫，好，我挑了一个那个白色的那个衬衫，而且它其实有其他颜色，但是我只想要卖白色。我只想要卖这一款的白色，干干净净、简简单单，但是穿起来很有气质的衬衫这款。对，这款，你看，我就穿这款，就这样搭这个裤子。你看是要扎或不扎都可以。对，我只有挑一个色，它全上吗？全上了。我有跟他说哎、等等，好，上衣等等来讲，上衣等等来讲，你看他知道啊，因为他只有挂一个颜色。没有他没关系，好，好，来，没问题，是 OK， 没关系，好，来，这个裤子的部分这样做搭配也很好看，好，我们就尺寸就到 XL 款，它是103326，我挑不一样的东西给大家，也是夏天能够穿得住的款，好，夏天穿得住的款，来，这个我们喜欢可以加尺寸到 XL 哦，它颜色都非常非常的可爱，粉嫩。都好看，很粉嫩，非常的可爱，这样子搭也可以。嗯，然后搭绿的也很好看，搭绿的也很好看。好，这样懂的哈，我故意挑的这一个就是不一样的东西给大家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直接介绍这一款上衣了哈，我们直接这一款上衣，等小星星回来介绍456。来，这款上衣呢，我看一下，玉婷，你帮我看一下，我们真的是上到四个颜色吗？来的。你就穿这个四个，我看一下是不是真的。103332。对，103332，我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就上到这些颜色。看是上的是几个颜色？对，嗯，错误，对，这些。那这个尺寸的部分呢？到 L 号，这一件上这一件，这一件就只能到 L 号哦，因为它袖子的地方就是。有挑，因为它袖子的地方，你看它这边有车一个这个螺，这就多车这一块布，所以尺寸就是只能到 L， 上衣只能到 L 号。好，我们颜色已经全上，那就全上了，原价1580，我们特价999。好，那我们给欧尼看一下，它后面这边还有做到打折，有看到吗？后面这边是打折，所以它一样不会贴身型，尺寸玉婷帮我改一下，只能到 L， 因为它手袖这边真的比较小，你看我手里面就是在放两个指头而已，所以我怕 XL 来讲会太大，好，所以建议玉婷再帮我改一下这个到 L 号。那它很可爱的是这边有，你本来卖白色而已啊，对啊，它全上了，来，再来袖的地方这边也有一样做打折，那这个大货不要给。只给白色就好。袖子这边有做到打折，然后胸口这边，你看它这边是做衬衫式，可是它又做到 V 领的效果，前面有打折。我跟你讲，这前面有打折就有点那种娃娃装的概念，然后也看起来胸部是大的，会蓬蓬的效果。好，但又不贴我们的腹部跟侧边马鞍的地方。好，那颜色的话，它既然颜色上了，我们就直接全上了。来。还有这个的粉色，好，只能到 L 号哦，哈，我们玉婷再帮我改一下，建议就到 L 号。然后还有这个粉色，很可爱，还有这个的，还有这个的蓝，好不好？其他配色其实配长裙都好看，很可爱，是可爱的，可是我就想要有点高雅的感觉，所以我那时候本来想说我就挑白，因为他都会给照片，所以一定要先讲清楚。跟他讲，所以他刚刚挑样板，他只有挂一个白色在这里。哦，好，可能在沟通上面。
好，来，那你试穿，这个是从那边拿过来。好，那我就不穿了哈，让敖丽穿给大家看，就是敖丽可以再帮我穿一个颜色吗？蓝色。我让敖丽穿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这个很可爱，可是就是想要有一点点不一样。对，那此这一就是我们有这一次，就是像这裤子，我们没有都全部挑，非常的 oversize 是这个原因，好不好？我就挑一点点不一样的，好。那我们等欧尼出来之后，我们来换那个，就是你要四五六，对不对？谁要四五六？你不是四五六？对啊，四五六来了。然后这样做，其他颜色好看嘞，是好看。可是你知道，我就是想要不一样。Kiki 是想要给你们高雅的颜色系，是白色比较好搭，但是它蓝色是不错的。来，袖口可以量一下吗？可以，可以。袖口量给你，帮我撑到最大了哈。它的袖口，对，就是卡在那个袖口。啊，对，对，就是卡袖，所以我才说只能到 L 号。来，那个有人希望说 Kiki 可以试穿看看吗？来，穿黄色给你看。来来来，我穿15公分的。15公分。袖口是15公分。对。平量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平量。袖口平量15公分。大概30。15公分，感觉看 Kiki 就知道了。你 Kiki 啊，看看哥，也手背啊。只能到 L 号了，我也可以。所以就跟你讲，真的只能到 L 号。妈妈手，真的只能到 L 号。他说我也可以。七个二八，不行不行。你拿一件我弄。就那件，姐姐拿过来，让西哥套一下。可以。很卡，我卡得上去吗？就是刚刚。刚刚好。可是你不是在这个位置，你要再上去一点。然后你放下来就知道卡，你放下来，你要手要放下来，你手要放下来你就知道会卡住了。对对，差一楼可以，二楼不行。你觉得差一楼可以？差一楼可以，我的手臂比较，我的，我的手臂比较粗啊。好，那小西西说差一楼可以。好的。我不会乱讲，真的。下一个一二三四五六，四五六来了。给大家看了哈。其实米黄色好看呢、欸。米黄色很可爱，这个的颜色很粉嫩，是好看的。可是我刚出的定义不一样。对。第二就是你出来，它没有整个穿的，它刚没有啊，然后袖子弄进去，弄袖手袖而已。好，那我们来换这个喽。你可以帮我换一个吗？来，四五六啊，四五六也是我们一婷挑选的啊，这个。颜色都很好看啊 ，Kiki 的用意是白色比较高雅一点点。对。啊，其他颜色是都是带一点可爱，带哎，带一点那种可爱的感觉，甜美的感觉。嗯。来，这件洋装也是高单价的，然后价格的部分呢、啊，我核定价格给大家，然后很甜很甜。款号是103333，原价是1880，然后我们韩国连线价格是1288，那下杀的价格就是1088，好1088，好，这件洋装只有两个颜色，欧尼的上身是浅蓝色，下身是深蓝色，那 Kiki 的上身是米白色配黄色。玉婷说这一件大家一定会喜欢，有口袋，好、哦，有口袋。然后侧边呢有打阴影的效果，24小时而已啊，哈、哦。这边有打阴影的效果，到明天下午6点。然后它也是重工，这边有在打折，然后鱼尾裙的那种概念。你看哦，来，款号是一多少？1456。456，款号是456+1，两个颜色一加就包着。来，价钱1288，免运寄回家。啊，不对，价钱多少？1088，我发现你那个降的幅度好可怕，你降的那个幅度我很傻眼哎，确定这样可以吗？1088很免运呢，1088免运，四五六就是帅，韩国连线更帅，不要计价钱，好，不要计价格，好，1088，给大家便宜价，四五六，这个是异材质的，上面是棉，下面。
下面是那个棉麻材质，不没有弹性，也是棉的，可是它是没有弹性的那种。好，上面是有弹性的，这一块是有弹性的，那这一块是没有弹性。但是尺寸的部分一定二叉都可以穿，连手臂这边都可以。孕妈咪我完全没有问题。1088，孕妈咪也完全没有问题。两个颜色，就是看是要蓝还是杏都是可以的。好，蓝或者杏都是可以的。来，喜欢我们自己家的话，喜欢我们可以自己家，很划算，给大家甜甜价。记得456只有到捞单到明天的6点，9点来去逛逛就清空。那我们就买1288也是超甜。那现在456加一加起来，好不好？456加起来只要1088，好，只要1088的价钱。你看，一一搭配我们家的那个凉鞋，这次今天推出的凉鞋。好、哦，很可爱哈、哦，因为浅色系这样配白色是很 OK 的。可爱，好吧，超可爱。今天播有后面好像有几家都是两件，两款一款，两款一款。真的啦，真的啦，真的。等一下你们跟着走就对了。有口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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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可爱。这个洋装是玉婷觉得大家会爱的哈，然后推荐给你们。那不敢尝试的，想要买洋装的。这一件456趁便宜买现在啊，趁便宜买现在啊，1088而已哈，1288也超便宜哈，好划算，真的。这个玉婷挑选的，是的。等一下我带你们去逛街啊。好，那再来换下一个。下一个我来。都可以。下一个我来。直接穿了。我不要带着围巾走。那换白裤，白裤。玉婷，我的浴巾来了。Okay. 我卖一个哦，我前两天在市场去找到的。好、哦，这个牌子啊是他们的潮牌，好、哦、APN 的。这个围巾，这是围巾，那个什么浴巾？浴巾超大，超大的，超大浴巾，好像是170，170乘80，好，170乘80，好，这个围巾呢有两个图案，好、哦嗯，它是两面哦，一个是全，这个是两面，全英文，这是他们的牌子，这是他们的品牌，哦，哎，这我连我那个美国的侄子也知道这个牌子，哦，是吗？真的啊。嗯，他都知道那John Thomas 的 APA。 那他的毛巾，我以我常在使用的状态，它的吸水力一定非常非常好。我还没有使用过，还没有使用过。好，那它图案好看，超大的。好，这个带出去哦。海边。去海边沙滩，两个图案都超棒。价格我跟你们讲一下哈、哦，它这个、哦、是直接特价给我们，好、哦，那可能库存量都只有100-200条而已，好、哦，卖完就没了。啊，我直接跟他讲，因为这个时间要快，啊，有可能会断货，先跟你们讲，有可能会断货。好、哦，每一个库存都只有一两百件而已。好，100-200个，好，这是第一个，好，第一个，哦，这两条我们自己拿来用，嗯，还有一个是地球的图文，这是他们的 logo， 好，他们的 logo， 我知道啊。OK， 沙滩可以用，这个也值得带了哈，1180。那 Kiki 说，他如果买这么大一条的围巾，比较贵一点的品牌，就是1-2000块。这个后面也给他看一下。好，他哥，你那个后面是黑色的那个，给他看。转靠背面。嗯，一面是黑色的，一面是灰色的。做工很好的，我刚刚也想玩这个游戏，我刚刚也想玩这个游戏。
想玩这个游戏，好好笑啊、哦！上次上，上次上，这个真的超大条的哈、哦。这毛巾吸水力一定非常非常好，好、哦、真的啦，相信我了哈、哦。那不是很便宜那种毛巾面料，好、哦、这个必买。好、哦，那我是觉得推荐这种东西给你们，大家还不错。你把它挂在浴室上面有没有？浴室如果漂漂亮，这样挂着就很漂亮。好、哦，它又很实用。最好买两条，下次就没有了，卖完就没有了。对，卖完就没有了，就绝版品了、哦。哦，绝版品。就绝版品、啊、这个是一定我会有的、哦、我一定会有的，大家这个就是可遇不可求的，好不好？这个、就是可遇不可求的。你去沙滩啊，喜欢帅帅的，把小孩子带出门，这个都带得出场，好不好、啊、不会摇一摇、啊、你家里的大男孩 啊这种色系是不容易会脏也看不出来、哦、脏也看不出来。对，没大、哦啊、家里那个大男孩很啰嗦，有没有买那些花的给他小图案熊？这我侄子一定是直接你们真的有累到、哦、没有那累到，我是很直接性的讲，这个、啊、是我认为它价格很甜很甜，那、啊、我开的价格是1180，我本来要开1280，那我觉得市面上在卖1580，我觉得我1580的原价还是很便宜，还是很便宜，它绝对市面上价格很贵，而且它的 T 恤啊，一件最少都两千块起跳，两千块起跳。毛巾才好，我毛巾才卖1180而已。他的 T 恤背心，我昨天穿那个背心就是2000多块。昨天穿的那个背心就是。他冬天的毛衣超级夸张的。对，还有那种4000-5000块的帽 T 哦，不是外套、哦，是帽 T 哦。他这个品质真的不错，推荐给你们。我觉得找到这种优惠的商品，我是觉得可以推广啊。这个必买，103344。103344。可以买哦，非常划算。给、okay, 的价钱真的只要1180，很划算。学姐，嗯，他这个电视剧会出来姐姐店的，真的、哦？哦，这个、哦，这个电视剧，哦，他说未来有来这边拍摄影片，哇，拍电影嘛，对不对？还是影片？电视剧。Netflix 他这里面有他说老板你说没货是什么意思、哎、打这种 Netflix 都有、嗯、这是他们店，然后到时候那个电影、这个、影集会出来，这个很火的、啊、那个 Netflix 最近很火的，那个包包帽一直挂着不要动打一下广告一下，好，来我的衬衫，现在看一下衬衫哦，这一款衬衫很特别，而且前短后长、这个这个是帅，这个谁推荐的你知道吗？水喜欧尼一直推荐这一个，昨天水喜欧尼一直推荐这一个，对，好，下班也不回家，下班不回家直接推这个，然后它的特别的地方，你看它的版型就是前短后长，103344为那个必买，拜托你们，就是前短后长，你有看它的后面很可爱吗？后面就是该遮的都该盖的都有，但是前面的部分，不管你是搭高腰裤或裙子来高腰裤来做搭配的话，也都是可以的哦，高腰裤来搭配，颜色给大家，爵士网哦，来。颜色的部分给大家看，有白色、绿色跟紫色，白色、绿色跟紫色，尺寸2X完全没问题。然后再来看一下，它是棉麻材质，完全透，很透吧？超透、超轻透薄。就是它那个料子就是好，对，轻透薄，它设计感又有。然后价钱款，它是103341，价钱不要记价钱，原价2080，我们给大家1588，哈，价钱真的不要记。我等一下有一款背心可以配这一件。衬衫，你夏天还可以遮阳，是，对不对？好，来这个款号103341，我们喜欢自己家哈、哦，这个可以自己家，很好看又好搭。然后版型是我们以往真的没有卖过，因为我们没有卖过这样子的版型，前短后长。那里面的话，你搭昨天的背心，好这样子搭，跟搭刚刚的裤子，还有刚刚你们在台湾有买的这个鞋子，这样是不是整套就很帅？没错，而且蛮有个性风格。对啊，这样 Kiki 的鞋子本身就带一点个性风格，然后上衣的部分呢、啊，它的剪裁设计上面本身价值性就很高。好，那 Kiki 白色是必买，啊，紫色，你看它整个是很洒脱的帅气感。哦，你穿这紫色很好看，你可以帮我换绿色吗？对，啊，我
喜欢穿白的，价格1588，好，就是1588，好不好？价钱真的白绿紫三色而已，好，这三个颜色有没有帅？好，有没有帅？这样真的好好看。官网一样一定会贩售哈、哦，嘉玉又增值了，挣扎了。对，好好看哦。嘉玉你挣扎，可以慢慢思考一下。真的好好看，这样真的超好看的，超酷、啊。你看哦，绿色搭白色的裤子也好看。嗯。好、哦，搭白色的裤子也好看，就是显眼。那你后面的整个垂坠度是很漂亮，很漂亮的。是的。然后侧面，它用做开叉，前短后长的设计。那加上这面料的质感是很高的，所以它整件的垂坠度是非常非常棒的。推荐给你哦，这个衬衫可以买，这个衬衫可以买起来，很好看。你看白色去配，强烈推荐。啊，如果你搭欧尼的那个昨天的456啊，很挑的，很挑的，这个配置也可以。好看。你身上这件是欧尼的那个昨天的123。对啊，对，昨天的那个。好。昨天的123。好，我们来最后一款，超可爱款。那个最后一款，这一件它真的是极力推荐我。好，那他们也觉得我穿很可爱。没有，那个水洗欧尼先。对。水洗欧尼先介绍，然后这个欧尼又说他这个是穿起来很可爱、很好看、很有型。昨天他就这么讲话。这个给欧尼穿就好不好？我来卖那个。饮品吗？还是待会再卖？啊、先卖好了。好，来，那个我给大家一个东西哈、哦，就是你们知道康普茶吗？康普茶，然后这个康普茶呢，我们家小朋友其实我从上一季之后，他其实就有给我样品，我就一直都有在喝。然后真的夏天到冬天，我就不想要推荐它。然后现在夏天的部分来了哈、哦，所以我想要推荐给大家这个康普茶，它非常的好喝。然后。就一样是取代饮料的那个概念，好吧，我的手机在哪里？取代饮料的那个概念，好，取代饮料的那个概念，它非常的好喝，好吧，它是非常的好喝的商品，好喝的东西，而且呢，它是里面是有那个什么，等我一下，哎，上面的那个口味你没有看到？它里面是有那个康普茶是有酵母菌发酵之后，然后会有一点带气泡的那个饮品，很好喝。那一包的话就是有250cc 来泡水喝。那因为夏天这个本来我就讲它冬天推荐给我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要夏天来喝，所以我现在推荐给大家。连我家的女儿，两个女儿都超爱喝，还都跟我点菜说我要什么我要什么。那早期的时候我只有喝苹果、石榴跟荔枝，那这一次的话我就全部给大家哈，我全部给大家。一包里面呢有20条，好，一包里面20条，我们原价是要卖259，现在给大家199的价钱，等于一包不到20块，一包不到20块，就是泡在那个水茶里面，很好喝。甜的吗？甜的，甜的，喝起来就是微甜，不会太甜。一包就配250cc 的水，很好喝。那它有点像气泡水的概念，总共有9个味道。爸爸，你可以讲一下吗？哦，我讲，我来讲。你来讲一下酒。可以少买一点咖啡喝吗？对，就是其实就是取代你们饮料。对。葡萄柚。没有你。怎么了？没有没有。来，这个是葡萄柚，这个是甜橙。甜橙吗？对，很好喝哦。你们没喝过的，我建议就是我自己喜欢。葡萄柚是09，葡萄柚是09，好，葡萄柚是09。你拿给他，对，这个你给拿给他，我泡给大家喝。这是甜橙。甜橙，菠萝摩甜橙的。雪橙啊，04。好，04是雪橙，然后再来，柠檬是零二，好，柠檬是零二，再来，苹果是01，好，苹果是01，国小生能喝吗？我女儿就在喝了，我女儿也算国小，那一天就一包，一天一包就好了，它有一些酵母菌，那我们就希望就。小朋友来讲，因为我女儿国中生其实都有在喝。国二生，石榴，对，这个是石榴，石榴是05，红石榴是05。桃子，
蜜桃是零三，蜜桃是零三，好，蜜桃是零三，多种维生素，草莓啊，哎，这是野莓啊，零八，零八的野莓，这个好喝，好，零八，这个很好喝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我很爱吃。奇异果，奇异果，百香果，百香果，百香果是零六。A 二一零哦，百香果是你们是自家汤果茶，很好，一包里面20条。这个是荔枝零七，好零七，好。这个都是弟弟觉得很棒很棒的三品。倒进去，帮你拿杯子。好，来，我帮你，你有一幕啊，好，你看，我把它倒进去，然后搅拌。你怎么会有冰块啊？冰块我刚刚挖出来的，然后这样子搅拌，真的很好喝啊！我喜欢它有气泡，它带气泡。然后我建议就是那个什么，你们就是加喝起来有气哦。对，有带气泡，所以你就是加冰块喝，冰冰凉凉的，真的很好喝。夏天你们就喝这个，不要再就。外面的饮料泡冰水哦，冰水，冰水。对你喝喝看，泡冰水，我第一次喝。康普茶，这个包装的材质也是特别好的材质。对，有气泡，对不对？康普茶没有气泡，但是很好喝。没有气泡？有啊，有带一点点。气泡是要加 CO2， 怎么会有气泡？好，我带一点啊，这个推荐给大家，夏天的，我们第一次卖，然后 Kiki 给很甜的价钱，就199。因为它冰冰凉凉的啦。对，我真的给大家很甜甜的，这样就大家尝试看看。夏天来喝，你倒250cc 的水，然后加冰块，真的好喝。我们家女儿也都超爱，我再拍影片给大家看。他们家都会自己泡，然后自己泡，然后自己那个，连我姐回来也都有在喝。好，推荐给大家喽哈！你们康普茶有多好用，其实你们也可以上网去 Google 看看。那 Kiki 给的那个日期都不用担心。来，我们来看那个我们黄历的最后一套，哎，他去哪？好，来看最后一套，对，最后一套可爱的哦，哈，我们给敖宁看一下，真的超可爱，真的很适合他。你看他的那个裤脚的地方是有皱褶的，你看他的裤脚超可爱。好，那这个是棉麻，棉麻的。这一件是棉麻，可是这个的棉麻我觉得它有很用心，刚刚的棉麻偏薄款，但是这个的棉麻有再厚一点点，但它的厚不是闷热的，就是让你不会整个贴身体，因为毕竟这个是吊带裤，好，毕竟这个是吊带裤，所以它不是很闷热，两侧有口袋，然后那个它是可以调整肩，就是这个可以调整，有两个，所以高个的话你可以调下一个，高个的你可以调下一个，它给你调整那个长度的部分，好，非常的可爱，很粉嫩色系，像你这个搭 T 就好看的，好，你里面就很简单，搭个 T 恤就可以了，好，搭个 T 恤就可以了，很好看，而且重点质量很好，它不会刺刺的，我昨天就有穿，然后他们一直说好看，可是我很害羞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害羞。喜欢这个的，你们这个都可以加看看。OK， 总共三个颜色，还有这个黄色。Kiki 身上衬衫的货号，等一下那个玉婷再麻烦你给他一下。那 Kiki 穿是这样，但真的 Kiki 觉得真的，就由那个欧尼加欧尼穿就好了。按我们待会我穿别的，好不好？准备开喝了，整个嗨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人家是偶尔而已。来，这个款号我先报给大家，103340，来，原价1890，我们现在给大家1388的价钱，好，1388的价钱很可爱。来，我先报一下尺寸哦，尺寸的话我就是建议到 XL， 这个就真的到 XL， 我们穿要有点宽松感，好，穿的话要有点宽松感， XL 穿蛮可爱的。那总共颜色就三个咯，让你们自己选，要显瘦当然是选深蓝色，因为比较深色嘛，会比较修饰。可是我觉得夏天来讲，这个 baby 蓝是不是很可爱？那你想想一下，你去尝一些网美景点，穿这个黄是不是也非常可爱？你外面罩衫再这样罩一下下，很可爱耶！这个黄色这样罩也很可爱。来，价钱哦，真的不要计价钱哦。之后就是恢复原价1890，我们现在就1388，明明就直接寄回家。好，你要加的自己加，很可爱的款。哦，很可爱的款，三个颜色，103340哦，这个
1033这个穿起来真的是很棒哦，不管是蓝色的，然后你怕搭配一个漂亮的球鞋就很棒了。Kiki 的白色衬衫款号、Kiki 的白色衬衫是103341，103341也是欧尼那个欧尼他们家的单品哦，那很棒很棒，那个设计感有 Q 感，然后它那个裤脚的地方不用做荷叶边，真的很不错啊。那它裤脚的地方不会这样掏包起来，不会，它是其实还是有宽度的，好吧，有宽度的，够追啦。好，推荐给大家。好，现在可以调整，这边有打折。中车线，对，然后后面一样有做到打折，好，它很多地方很多细节都是不一样的。对、如果你没有那个打折，穿不出这个效果。好的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看一下那边，这个都是哦。然后口袋，还有它的裤脚这个，裤脚这个。啊，这双鞋子好贵。啊，这个啊，他连这个都有，好、啊，这个都有做出来，好、啊，他在荷叶边的部分，他做的很有设计感，然后后面口两侧大口袋，这边都做打折，有两侧有大口袋，够精啊，很适合欧尼啊，真的很适合，对啊，超适合欧尼的，超可爱 ，OK。没了，谢谢，感谢，让妈妈多多支持的哈，抛的家，抛的家，记得关键字打起来。还有我们那个会送这个，会送袜子，送15个这个包。来，我袜子还没播。赶快那个抛的家的那个会送15个，关键字打起来哦哈，关键字打起来会送15个。等一下还有其他家哈，等一下，这个袜子可以卖。来。袜子呢？一样，颜色很下身，很可爱。它后面有车一个领标，我们这……哦，他有拿上来啊！我们这一个啊，我跟他讲一下，我们在这边播一下下。然后这个，我们之前有找一个这个有这种领标的那个袜子都超贵，韩国的。那我们找的这一个，它很漂亮，但是它高贵不贵。好，那做到的配色也超可爱，它其实还有 baby 小朋友的，我又买给我儿子，那这一次就一样给大家填，就开给大家。来，这个的款号是105072，三配色袜子，那它也都是算是中长款的，好不好？都是中长款，我们没有卖很低，我们不卖低筒的。然后是做到三配色，来，这个是红，对不对？是上面这个颜色吗？下面吗？粉色，好，粉色，然后这个是绿色，对，然后这个是红色，以下面这个为主哦，哈，它的绿色我在讲，它绿色是蓝红绿，然后这个红色是蓝白红，然后这个是灰色是黑浅灰深灰，然后这个是杏色咖深咖浅咖深中咖深咖杏色，然后这个是橘色红色绿色橘色。这个是灰色、绿色，这是黑色，这个是黑色，好，这个是黑色。来，一双给大家100块就好了，好，一双100块，这个你们买到赚到，因为我们真的找了，我跟小西西就是要找特殊袜子，然后我穿一双给大家看，你会喜欢的，我穿一双给大家看，你就会懂在哪差别在哪边，好不好？差别在哪边？100块而已，真的不一样。我们这一次真的没有去找那个，我们真的想要找那种特殊款给大家。跟以往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一次我们这几次的袜子真的是跟以往的不一样？好，就是想要给大家不一样的。那这种东西，你被吹立马吹不，好不好？你准备吹立马吹不，不是你想要找你就有的，好，不是你想要找你就有的，看懂没？有看懂了吗？超好看的，好不好？真的超好看的，很可爱，很有特色，好不好？真的很好看。三配色的哦，三配色。那这袜子偏薄款哦。我刚刚穿的那个 Nike 袜有再厚一点点，然后这个是偏薄款，好不好？这个是偏薄款，超可爱。款号是105072，一双100块，一百块，一双100块。
好，一双100块。第一，这个就是灰色哈，以下面这个色为主，灰色。对，不是黑哦，是黑。我们就追加你们有下单的量哦，因为这种东西也不是说你们真的想要追就会有得追，好，没有就没有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这个要加的这一家105072，价钱100块，我们恢复原价是130块哦，哈，你们喜欢我们就自己加，给大家不一样的单品，哈，给大家不一样的单品。接下来要播两款，对不对？对，在这边播两款，爸爸你去叫好一下，我播个两款，我们就走，播个两款，好，我们就带你们去逛街，好不好？下一个是 Star Girl 的 Star Girl 的商品内容。那 Star Girl 啊，我昨天只挑到两款觉得不错的。好，我们要加快，加快速度，要快。已经11点了。啊，105072真的很棒。我觉得它配色会很漂亮，搭配我们这次推出的凉鞋系列都还不错配。好，来，这个是这个我必须讲一下 ，Star Girl 的东西内容还不错。那这件束梯啊，它非一般束梯，它的面料的质感是很好很好的，洗色很漂亮。那价格的部分呢、啊、，Star Girl 老板也蛮够义气的，给我的价格蛮甜的。好，没蛮给我蛮甜的，那。抱歉，来，这个是 Star Girl 了，这面料真的质感很高，穿起来就凉凉的，凉凉的。那它的洗色也洗得非常非常漂亮，价格458而已，好、哦、458，好、哦、这个特别下杀，好、哦、特别下杀。Star Girl 商品有一段时间没有贩售，因为他们没有新品啊。对，它、啊、这个三款新品我是觉得还蛮棒的，然后竖梯。又加上它是韩国的棉料，那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很不错。那有白色、黄色，然后杏色跟绿色，还有一个深灰色。好，这个他们的内容物，竞拍竞拍，每一个都这样子给我。好，这个工艺的车线一样都做的高品质。好，这个都是车工比较复杂的。好，白色，最近要结婚了，还有杏色。哦，他也要结婚了。他今天在店里去了。这个是绿色，价格458而已啊，哈，458。灰色。458哈，103325，我们喜欢自己家。二楼可以穿的哈，二楼可以穿。来，我先来介绍，来这一款呢，水棉质的，然后质量非常的舒服，二叉可以穿。喜欢素面基本款，又觉得喜欢 Star Girl 家的欧尼家的话，这个你们可以加，颜色也都很可爱。价钱给大家甜甜价，只要458块，原价790哦。你看，原价是790，我们458，推荐给大家，好不好？推荐给大家。怎么？刚又要喝酒了。他还穿睡衣喝酒、哦。好，来推荐给大家哈、哦。来，这个只要是大推大推。他今天没有上班，所以他昨天就找我们今天喝酒哦。他昨天今天要休假，他昨天。对啊，很好笑。好，来，我们那十个那个够家的话，也就还有一个长阳哦，长阳来来来，长阳。稍等一下哈 ，Kiki 换长阳给你。然后我们只挑到这两款单品，然后我是觉得。除了面料够好以外，这件长阳的部分，它设计感上面，我觉得是大家会爱的。然后它有中间的是拼贴的字母 smile， 然后手绣的部分呢、啊，它也做异材质的拼贴方式，好、哦，手绣也是做异材质的拼贴方式。好，来，这件颜色都介绍过，这件很可爱的，介绍过了。smile， 好、哦，那你看 Kiki 的。黑色凉鞋，黑色凉鞋，黑色凉鞋，去官网买，好，去官网买，去上一则直播家，对，去上一则直播家，
啊，这个 smile 的微笑，哦，他是做，这是做拼贴的吗？对，我来跟大家讲，你不要动，我怎么看我？这是做拼贴的哦，他整个电绣绣的车工都做得很棒。对，他是故意这样子的哈，他是故意这样修边的。然后这一块布就是今年很夯的那个这叫什么布啊？今年很风衣帆布的材质做了这一块，好做了这一块，这一块是风衣布，所以也是异材质拼接。颜色给大家看一下，总共有三个颜色，有 Kiki 身上的黑、深灰跟蓝色。这个有提供 model 穿搭照哈、哦，有提供 model 穿搭照。这个尺寸的部分到二叉都可以穿，两侧有口袋，两侧有口袋哈、哦，你看这个很舒服。懒人穿搭，喜欢这个真的可以买下，很好穿，很好，而且它有点带帅气感，就是很适合我们这一次的这种鞋子来搭都是可以的哦。来，款号是103324，颜色就三个推荐给大家，好不好？颜色三个推荐给大家，你再给我穿了就走了。对，我们走了。好好好。那就我们挂一下，东西先放着，好不好？里面我包包。这个品牌购物袋啊，挂在人家店里也蛮好看的啊。我们满2000会送哦，满2000会送单笔满2000。阿斯泡的家我们今天都有介绍过哦，这件单品也是喜色的。找一个灯光给你们看一下。啊，这件颜色的关系，我比较难照得出来。连这个挂在墙壁上的这一件，超可爱。一二三哦，一二三。这个不会粗粗的哈、哦，一样是软软的。在一楼门口等我就可以了。好，你去照一下，我照过了。啊，等我哟。너또보여준다，拜拜。美女美女，这个哈，这个也不错。还有这件裤子也刚刚介绍过了，哦，刚刚有介绍过。玉婷，我们讲的说这边车线部分是在膝盖的位置。啊，韩国是没有包装袋的哈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韩国都这样成箱直接配送到台湾去，完全不会有包外包装袋，每一家都一样。嗯，还有包装袋的、啊，就不是这里的商品，哦，必须选。好了，走，拿着，我要袋子。你要什么袋子？你要哪一个袋子？你要的袋子。啊，袋子，这个袋子。我找一下。带你们去逛街了哈。90包，好，记得早晚吃哦，记得早晚吃，非常的就很。
很有感，这样讲好了，就是很有感，有吃一定有差啊，不要省这个钱，拜托。那你在吃的时候，你就会很有感受，早晚空腹哦，哈，早晚空腹，你不用再多其他再，当然人家说吃胶原蛋白一定要补充维他命 C， 它里面都添加了，好，所以里面都有添加，你们自己加。然后昨天的直播呢，韩国连线也是可以持续在上面加的，只是一二三四五六，昨天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没有办法再捞单，但是还是可以买到韩国连线价。所以你们如果喜欢昨天的商品，你们也都可以在昨天的直播上面打款号加哈，打款号加。你手机有吗？有。两天这里的那个水饺年糕汤，连吃了两天，现在没有时间，他们在访问，在访问是名人吗？刚刚那个你没有看到，我刚刚没有给你们看。然后等一下会有可能收讯会有点断断续续哦。稍等一下下，然后我们会先去那个衣架店那家吗？对，衣架店。等一下，一家子的店啊，有五款商品，那五款商品都是精挑细选的，那五款商品都是基本款，然后都是特殊面料，弹性非常非常大，然后夏天必穿必买款。杯子哪里来的？他说在大杯子里面啊。然后，希望不要太大太多。让我们看街景呢。好，这一楼都是比较婆婆妈妈的。这里坐电梯会有一段是会断讯的，好，马进，哎，你看他这个背带装还给你这样，这个背带装赞，很方便啊，你挂在后面。购物袋啊，是我们家
这次会瘦的哦，不管是黑色白色，哦，很厚很厚哦，超挺。买2000送，很简单，真的。有钱买不到。嗯，啊，贴纸是。贴纸是送的。是送完了吗？送完，超可爱，超可爱，真的很可爱。我一会儿还要还他。这条裤子是刚刚的，哦，刚刚的，很好穿，好看，口袋，哪里？这里可以播吗？这里，其实 OK。这个先弄后，我让 Kiki 先换，玉婷先帮我上这件制品，哦，有吗？有吗？连接，上的是 Kiki。对了对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这个棉花糖女孩都可以穿，哦，弹性尺度非常非常的大。哦，弹性面料非常非常非常的好。哦，你看可以装下两个，可以看一下网络可不可以，不要看小小件的，应该可以，可以了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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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可以。好，哦，姐姐要不要穿别的颜色？对，就是你有穿背心吗？就是穿运动内衣。好，那可以啊，可以。弹性非常非常好，这个的面料啊，跟我们之前卖的那个很像，穿起来没穿的感觉的，卖了上万件、几万件内搭裤。哦，这个有买过我们家的早期我们家内搭裤，应该不会陌生。哦，这个都卖300块。对对，而且我卖300块，超级好看，穿起来像没穿的感觉。对，哦，因为。他曾经不见了，他曾经这个档口，不是，他真的倒闭了。哦，后来又倒，后来又倒了2000，一区就倒了。没有没有，以前真的都没有，他只做我们家的布。这个是那时候庄园帮我做介绍。啊，不是，我说他，对，他家不有。我们有卖过这个、啊，卖了20个色以上。哦，最少20个色以上，啊，我们是自己定制的，有那种蓝色、橘色，哦，任何颜色都有。哦，这个我们当初真的卖得非常非常好，它的面料有穿跟没穿一样，而且尺寸2X都可以穿。这个那时候裤子的这个价格不用1X，也不用4、5、6，哦，然后我直接压低价格是卖288元，哦，弹性非常非常好，2X完全没问题，哦，白色一定会透。那 Kiki 是穿运动背心。好，哦，所以无所谓。好，哦，这个是大推的款式，大推的款式。二叉一定都可以，颜色妈咪也都可以。颜色我讲一下好了，颜色有这5个色，还有一个灰色，对，灰色。5个颜色。对。
然后我觉得黑白灰一定要包色，黑白灰包起来。夏天到了嘛，闷热的天气，这个、啊、你单穿去他刚刚讲那个欧尼的那个衬衫。外搭式的小外套，这个去做配置都可以。好、哦、像弟弟这样子的牛仔外套去配，它是翻领的，翻领的，然后做粗肩的，粗肩，可以稍微盖一下。它没做到细肩，内衣肩带。这个你加二、加三、加四、加五，包色都可以。哦，黑色可以买两件。那你喜欢那种微透感的，性感一点点的。身材比较好一点，你就买白色，好、哦、白色，好、哦、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。然后我找到这一款，我直接定价288元，可以103314，我们自己家，你看它真的二叉都完全没问题。我们家你们再一件事情，如果你是早期的老客人，如果我讲说五个衣架家，你们应该都知道，因为内搭裤你们真的买翻，其实还有很多以前那个熟客回来找这个内搭裤，但是已经都没有，我们。好像只剩门市有深蓝色，但是都剩少少。那这个的话，如果你们在衣架家的话，熟客你们自己囤。那新朋友你没买过，我建议你加二。对，因为真的知道这一家，如果你们知道这一个厂家的话，我建议你们不知道，新朋友你没买过，我建议你先加一没关系，你就拿黑或白，你穿看看之后，你一定会再跟我回购背心，它真的很好穿。超级无敌霹雳好穿，没有骗你的。他说穿起来很像没穿的感觉，对，很舒服。但是上背心会吗？背心也很舒服，超凉的哎，超凉，就清透薄，真的是清透薄。这个是没有骗你的，这个是我今天认为它会热销的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这个排在后面，我是觉得蛮可惜的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们相信潜水客都可以看得到重播，这个是必推的款式，建议加四加五。然后你加五个黑色都可以。我换别的颜色给你看。我换黑色，我最喜欢黑色。这弹性张力非常非常的大。那这个的位置啊，方领呢、啊、也比较少见一点点。哦，那它这个都不压。哦，这个是完全都不会压，它很大。所以你说棉花糖会不会穿不下、啊，会不会怎么样？这个都没有这个问题，都做全弹的。全坦的价格288而已，款号是103314，好，103314，好，103314，好，这件背心是我这两天，如果是内搭款的啊，外穿单穿都可以的，好，这个是比较服帖一点点。棉花糖二楼可不可以穿？其实看它的张力。你是说我是穿越的吗？为什么价钱比之前还便宜？真的吗？真的，他说比，因为我们内搭裤我们就卖300块特价，可是我们内搭裤真的卖超级无敌便宜。我已经有叫很多大货回台湾了，好，我已经叫很多大货回台湾，我大概一百多件吧。你看，穿黑的好适合哦。哦，啊，这个是穿黑的超适合，你胸部再大其实都没关系，因为它本身的张力都够。腋下这边完全不会卡。这个我讲真的，你就算你怀孕穿，对，都可以。结账，我们家是结账自己挑颜色哦。啊，明天才会入单。你要的数量，明天才会入单。记得连线结束之后，这个会持续卖，这个要持续卖，知道？这个要持续卖，我们要恢复原价持续卖。可以，对对，这个一定要。我们到时候恢复原价，连线结束，我们就卖390，也是超铁，也是超。九月也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冬天也可以，九月冬天也可以。好，它质量真的很好，我再让你们细看它一下它的。我很久没卖这种类型。看它的那个材质真的很舒服，很棉。没买过，我再讲一次，没有买过的新朋友。我建议你就团一件试试看，你会再回来回购，一定的，因为它真的很清透薄。那我们会这么极力推荐，是因为我们卖它这个，它不会松，不会起球。我们卖它的那个内搭裤真的卖 N 年了，好，我对这个的面料很熟悉，所以才会这么努力的在 push 它。然后带小西西给大家一个甜甜的价钱，熟客你自己囤货了哈，因为你们也知道这个牌子的那个质量有多好多棒。新朋友没关系，288给你们一个甜甜价，我们试穿看看，你就让相信 Kiki 一次，你就买看。好，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好穿，你下次就不要再讲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。以后就是390。好，以后就是390。那你们到时候买390也是非常划算的价钱，好不好？
288很甜哦，给你们囤货价，或者是囤货的价钱，你们喜欢可以加。新朋友也是试用价，我这个卖了几万件以上，真的真的。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就连在以前，我有一个客户，东区的，要可以讲吗？可以。东区的一个店员店长，对，他跑来跟我买，因为他们店是卖980一件。然后他说原购打六折的状态，他还是比我们贵很多。对，所以他都是下班来我们家包社，都是下班前一刻赶到我们店去做结果。那要从东区过来，这个是真的很棒的单品，我有推荐给你们。这个好穿的面料，请熟客们这个势必一定可以带一件回去穿看看就知道了。真的超舒服，好，这个真的要超舒服，很好穿。超级无敌霹雳好穿，好不好？真心好穿，推荐给你。好，来，这个我们自己家老卡2103314，价钱只要288，没有看错了哈，没有看错我们自己家。韩系很大哈，你看我这样子，有超乎我哈，有超过我。继续加，继续加。腋下的张力也非常非常大哈。好，我已经很多年没卖过背心了，是，我已经超多年没卖过背心，Kiki。我们昨天卖的123456也是属于外搭式背心，好，这个是外搭内穿，内搭都可以。你怕暴露的，哦，你怕暴露的话，我可以请吗？可以。来，它很包，所以你完全不会曝光，哦，因为小西西他很注重这个地方。那每次任何人哦，他连玉婷，包含我玉婷，他蹲太低，他都会跟他讲说，那衣服也拉一下嘛。他很讨厌女生这样，所以。这样子，它很包，很 OK。好几个客人在问，内搭也可以卖吗？内搭可以，那也回台湾啊，回台湾再卖，好不好？我叫，你帮我叫黑白灰。好，不是黑灰就好了。黑灰啊，不要白。黑灰来，不要来，黑灰就好了。黑灰就好了。那就是花季，喝那没得。冲花季。哦，就天晴的，就엄청얇은거。你贵呢？嗯，哎呀，你这个，我这个，内搭裤，宝宝，你内搭裤在哪里了？这里。一个有没有？好，那个。黑色跟灰色。这是款号是307A1的。可以啊。价格一样吗？它的尺寸我再确认一次。它的尺寸我再确认一次。对，这个就是二叉都可以穿的。好，它二叉真的都是可以穿，价钱一样。对，这个二叉真的都可以穿。我到时候回台湾再开好不好？它真的很薄，非常的好穿，不会松，不会起球。我要花灰，不是这个灰，不是这个灰，我要这个背心的灰。这个灰，别这个，这要这两个的。现在没有，但是我要这两个，可以帮我订。好，我就要黑跟这个灰。对，等直播完，我再跟他讲就好。好，来，喜欢我们自己家，爸爸，你帮我看另外下一款是什么？啊，一个单身的。嗯嗯。下一个，这个。对。不用脱了。老板。来，圆领 T 要不？圆领 T 有几个色？四个色，黑色、白色、灰色，还有咖色，还有杏色，哦，杏色。来，这个一样啊，是相同的面料，做合身版的。来，面料的关系，所以尺寸特别的大，哦，地下的，哦，对，不拉就好了，哦，非常非常的大。价格我定多少钱？我也定得很便宜啊，哈，我也定得很便宜。价格线上价格是。是488，原价是798而已。488，它弹性张力非常非常好。深蓝色好 ，Kiki 再开给你。他的 T 恤的定价定得很高，他给我的批发价是很高，然后我一样卖488的价格给大家，因为它这个是高品质的面料，高品质的面料，我觉得它的张力非常非常的充足，哦，张力非常非常的好。穿黑色。黄健来。이거다음주한월
黑的哦，你们喜欢黑，喜欢舒服的合身体，这样就好。因为你们一直你们喜欢舒服的合身体，有时候单调在裤。要这种合身版的哦，像这个就是直接可以买，好，二耳楼都没问题，好，二耳楼都没问题。它因为它我讲的是张毅啊，但是二耳楼的身形不太喜欢穿太合身。但是有时候你们穿吊带裤啊，或者是需要里面一个内搭吊带羊，那这个因为你们手袖不想要露出来的话，这个是可以当打底的那一件，很薄、很轻、很透，然后很好穿，不会把你的身体就你会觉得，因为有一些没有弹性，你穿很紧、很卡，你知道吗？可是这个不会。好，那再想一下，如果你有一些吊带羊，需要有一些盖手臂的一些软棉质的打底的话，这个可以搭。然后像一般的客人的话，其实有时候我们穿高腰裙、高腰裤或者是落地宽裤，想要一件比较合身、短的又舒服舒适的，搭那个高腰裤，有没有高腰裤扎进去的，这个就可以搭，这个就可以带，好，非常的好穿。来，这个款号给大家103316，价钱只给的哦，103317，317，对，那款是317。啊，玉婷帮我辨断一下，这个是317啊，哈，103317，玉婷改一下，这个是103317，玉婷帮我改一下，103317，打加你要的数量，它有黑白灰黄粉杏，好不好？黄，它这个只有四色，对，黑白灰杏，总共四个颜色，好，103317加你要的数量，记得你喜欢打底的，然后这几款我相信之后就会长期挂着卖，它真的很舒服。那你看到这个品牌这个 logo， 你们在东区啊，绝对价格真的很贵，但是你们会买，因为穿喜欢穿舒适度的，这个你们真的会加，好不好？这个真的会加，很舒服，超级舒服，那种棉的柔软程度，你们真的要收到，你就会感同身受 Kiki 讲的，好，你们才有办法感同身受 Kiki 所说的，它真的很软，很软，很柔，很棉，很舒服，又带凉感，穿得住的。那价钱真的很甜，给大家488，三个颜色一样，建议黑白灰直接包色，很好穿，好，真的很好穿，你放着不会坏，这个是值得包，就是存货款。这是原零款的哦，然后下一款是 U 零款，红色的。啊，这个面料是不一样的面料哦，不一样，跟刚刚的那两个面料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是维坦。就是你们那天 model 上面看到的这个面料，这一件，我就那天直播试播的时候，你们一直看到说要这个，好，这个，然后这个是刚刚的那一件面料，好 ，OK， 清楚哈 ，Uli， 它是大 Uli， 这个是原理。啊，头大戴得下嘛，弹性很好，所以没问题。好，没问题。有，来继续穿给大家看，它是大 V 的，哦，它是大 V 的，然后宽松版的一样。这个呢，它的弹性没有像刚刚那个那么弹，可是一样是哦，它的幅宽给的比较大，哦，幅宽一样是大的，然后一样凉感很柔，然后很舒服，好，很柔很舒服。它颜色的话有六个，对不对？它有六个，可是现场的话只有三个颜色。我们到时候会看照片的颜色，或者是我们六日请他这个上礼拜会给。好，我们到时候会如果有在播的时候，我再一个一个介绍给大家。来，有白色，然后这个是杏色吗？杏色，然后还有粉黄色。没有，你那个是粉色。这是粉。粉色。没有，粉色有。哦，是哦。一个粉，这是杏色。杏色。好，哦，好。杏色，然后还有一个粉色，还有一个黑色，还有一个深灰色。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哈，颜色在这边哈，因为现场没有提供颜色，那我觉得每一个颜色都蛮基本色的，它有黑色、粉色、深灰色、深灰、杏色。黄色还有白色，好，哦，这四个，这二是六个颜色。很抱歉哦，因为现场没有。后面那
的会深灰粉色跟黑色，你的照片后面那三个，前面对后面的深灰粉色黑色。我现场只有这三个色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这三个色目前现货看不到。哦，给你们看一下，那粉色的色系也非常非常漂亮哦。哦，就这六个色，好、哦，就这六个色。款号是10331316，大 U 领的，你们大家敲完要的大 U 领，尺寸二叉都可以穿，非常的柔，价格一样是488，价钱只要488，很好穿，好不好？真的很好穿，推荐给大家哈，金超前。那10331316现在的价钱绝对值得你购入，短裤哦，值得你购入，然后补货的，好不好？值得你购入补货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等一下 ，Kiki 再换下一个款式哦，你们稍等一下，就是裤子。下一个裤子啊，它只有一个色哦。就我们那天在直播的时候，第一天来的时候，有供应给大家看一下。那它只有一个深蓝色哦，大家要的哦，大家要的。它就一个尺寸吗？两个尺寸 ，S 跟 M 两个尺寸。好。拉不上去吗？可以。可以吗？就很刚好。你那个是 S 号 ，S 就是 S 跟 M 穿 S。对。S。那它的 M 号就是只能 SML 那 SML 下一个是短裤，玉婷是短裤哦，短裤先帮我准备上蓝色的短裤。L 号给你试看，你二叉可不可以穿？对 ，L 号，那 M 哦。10331316，这一家的五款商品啊。面料都很棒，然后你们可以尝试买看看，那真的是极力大推，是买回去穿是不会后悔的。看看，可是我穿棉裤。没关系，你只要上得去上回去。来，这个裤子，这个裤子是你们那时候自己有许愿的。二楼不行。好，来，我先讲尺寸。来，这条裤子就大家颜色洗得很漂亮，它就是很单色系，腰头有那个皮带腰头，皮带腰。这个，然后腰头是做松紧的，本身面料是没有弹性的，有口袋，两个尺寸哦 ，S 跟 M 两个尺寸。S 跟 M 拿 S 的话就是 S M 的拿 S， 对吧？对。对，然后 L 叉 L 的帮我拿 M 号。好，这样很清楚吗？对 ，L 叉 L 的拿 M 号，因为二叉小西西二叉没办法穿，可是叉 L 可以，因为它叉 L 有这么这。XL 这个 XL 一定可以穿，好，这个 XL 一定可以穿，好 ，SM 拿 S。玉婷，这个官网帮我特别注意一下。L XL 帮我拿 M 号，好，一定都可以穿。那它的长度的话就是在这边，三分，刚好在 B 大腿的中间的部分。好，它是10331318，来原价12800，我们现在给大家给828，真的甜啊，价钱真的不要记。小西西真的给大家很甜的价钱哈，搭上刚刚大家有加的这个大 U 领的白色 T， 是不是？我就说，你看领口大就是代表他的脖子头会比较显小，然后下巴会比较尖锐。你就讲啊，你这样 T 恤牛仔裤就很有质感。对，对我想要讲，就是有时候白色不是你的鞋子关系，真的，对，是鞋子关系，对，不是衣服关系，牛仔裤穿起来就很有质感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裤子你们可以自己加哈 ，S M， 就是拿 S 号，然后 M 号的就是 L 跟 XL 拿，这样子有听懂哈？来，裤子要的帮我打10331318，我们自己加你要的数量。那这今天这个呢？请问这场是不是什么？哎，卡口是不是？卡口昨天播过了、啊，昨天播过了，不是，这个是衣架加来。那喜欢我们自己家，那今天这一场，这一家的就是背心铁定要买，请你加二加加三，黑白灰请包色买，它真的超级无敌霹雳，很少叫大家包色哦，而且给大家288的价钱，这个你们真的要买哦哈，这个背心你们一定要加。好的，我们去换下一家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后面那条长裤，还有长裤啊。
对，你穿上看它的面料，它带一点凉感。它有分尺寸吗？它没有分尺寸。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颜色哦，颜色应该是四个色，对不对 ？Four color， 四个颜色，黑色，还有这个绿色，哎，卡其色吧。然后白色，还有 Kiki 身上穿一个绿色，好，这是卡杏色，好，杏色卡其，好，那面料是比较那种凉感的面料，好，都是透气的，夏天穿得住，好，夏天穿得住的面料，不会厚，它是薄的，那面料是有弹性的。我帮你套一下，你可不可以？你觉得我可不可以？所以我觉得过臀你要帮我试，应该是过臀的问题，嗯，好不好？可是我穿棉裤，没有的，我只想要知道你过臀行不行？这件的版型裤型啊，我有看过 model 穿搭照，那你们看一下 Kiki 的整身样式。这要先穿啊，这二楼不行，好吧？二楼不行，不行的嘞，只能到叉 L， 只能到叉 L， 好，来后面一点。只能到XL号而已。好，这一条它的那个抽绳是在内侧，一样腰头给大家固定线，有一个假的拉链的概念，然后腰头是做到松紧，尺寸到XL，好不好 ？S 到XL，有口袋。那整件面料的话是有弹的哦，所以是舒服好穿的那种。这个叫什么布？这是什么链？它有点带凉感。对，带凉感。对，带凉感，非常的舒服，非常的好穿。哦，完全裤裆的部分也都是可以的，因为本身面料有弹性，不管你是坐或蹲的话，它的面料的张力都是绝对够的。那版型是裤子啊，是有加一条车缝线，就是它很像那种茧型裤型，可是它不是哦，它不是，因为茧型裤的部分呢、啊，上面会臀的部分会更宽一点点，哦，它做的也像那种小直筒裤啊，裤脚的部分呢、啊，它的上面那一节做得非常非常棒哦，价格我看多少钱？价格就是1058而已，1058，我恢复原价就是1680。你看裤子搭这种凉鞋，这样配置都是浅色系的。裤脚，爸爸你看裤脚，那你们可以感受到吗？就是它比较宽一点点的。裤脚这边还有在车。对。看到吗？裤脚这边这边有做中车线，哦，在这一节而已。然后它裤脚这边的这一节做的比较宽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对，这边缝线也做的比较宽一点点。对，那面料是全弹，好，全弹带凉感，带凉感，带凉感好穿的。1033319。如果你有黑色裤工作需求，怕闷热的，我觉得这一条黑色你穿去工作，哇，舒服，可以，精湛，精湛，赞。这个可以。好了，妈妈，你去换。我们去换下一家，是不是？对。剩一家吗？还有两家。两家还是三家吧？就一款、两款，后面的就是两款、一款而已，好，不多。但是你们会喜欢的感觉。对，这个是这三个商品，就是圆领、大U领、圆领，还有背心，很可以带。它跟一般的以往的面料是都不一样，好，这个尤其是这个跟背心是同一个面，哎，这个跟背心是同一个面料。好，它那个腰，它要量起来的腰好像这个，配到个人真的是大对这个。它这两件挂在那门市的展示，我是觉得非常非常棒。我们10年前就已经真的是在卖这个牌子，觉得真的还不错，蛮棒的。玉婷帮我变更一下，它是33到50哦，腰头是33到50，你帮我官网变更一下。54到58，58太二楼可以穿。那你其他尺寸也一样吗？没有，其他颜色也一样吗？一样。
33-50。等一下 ，Key 再换，好 ，Key 再换。我明天就没有 NU 了嘛，对不对？和声，哦，小板，就是你们有很多人要求的哈、哦，这两个是非常 OK。U 零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，这边不可以翘起来，好、哦，这边不可以翘起来。很多领口做的不漂亮的状态，这边都会这样，好、哦，都会外翻，它不会服帖，好、哦，它不会服帖，好、哦。这个领口的设计上面，我就觉得大小刚刚好。这是正规的圆领T，好、哦，它领口可以拉到面料这么大，好、哦，面料可以拉到这么大，面料弹性很棒，很好，好、哦，所以可以这样拉。啊，你小脖子的部分不用去担心，它这个刚刚好，因为它这个都比较厚实，哦，比较厚。哦嗯、要接什么？好。叫人家456789。好，是哦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。这个 T 恤啊，再让我时间考虑一下。我一直很想卖这个 T， 我超想卖这件 T， 但是要卖到1000多块让我很执迷。可是我也想卖高品质的东西，真的。这个欧尼也是穿这件，昨天穿黑色，今天穿白色。再让我想一下，我也很想要卖这件 T。穿了，我已经穿好了。一顶帮我上这一件，这一件。这家只有两款而已，只看上两款。淑珍，这次还没有帽子哎，这次帽子觉得还好。没有什么新颖的，不然随便拿个渔夫帽也可以卖。但是真的还好。好了 ，Kiki 来了，有黑白两个色，米白色跟黑色。好，尺寸我先说，它一样是米的。啊，这件给789吗？对哦，我们还没有789哈。对，还没789。看你要给哪一家789。这件789，他们说这件789。来来来，这件789，可是价格，等一下我算一下啊。你们自己打789先打好不好？嗯、小松，你单子给我一下好不好？这件多少钱？有，他们在算，等我一下好不好？等我一下下，在算钱的哈。可爱，好可爱。外那个火箭，然后地那个外那个星球，好不好？火箭跟星球很可爱，旧旧的那个，而且他们的那个胶每次都是做得非常的漂亮。好，妹妹上来了，哈，还没睡觉。来，喜欢这个可以加。来，这个尺寸我先说，尺寸的部分到2X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然后呢，小个的话，其实你可以下半身适中，因为其实 Kiki 有盖到 Kiki 的那个妹妹部分，还有。
屁股也都有修饰到，所以你直接搭 legging 也是五分码裤也都很好看，颜色有两个黑色跟白色啊。这一次 Onika 的新款图样，喜欢我们可以加，它的棉质是软的，非常舒服。打七八九了。跟那个什么，跟我们上一次卖的那个材质不一样，这个再软一点点，再薄一点点。非常的舒服，夏天是可以穿得住，不是厚的，跟上一次的图梯的那个面料不一样，这个再软再薄一点点，像南部的朋友穿得住。黑色跟白色要的来七八九加一加二就可以直接包色，它就黑白两个颜色。原价是多少？八没有1380，八九九，758，这真的很便宜。758，宝宝你这真的。超硬，真的很冲，我真的觉得你超冲。你们知道这个 Onika 的 T 都不便宜吧？不便宜。知道他们家的 T 都是800以上的，来758，很甜哦，给大家很甜的价钱。789加你要的颜数量，不用加颜色，加你要的数量就好，看要黑还是要白。都可以加二就包色了，好不好？数力加二，对，很懂。如果你们上次有买过他们家的衣服都偏时髦一点点，所以穿起来真的很好看哦。喜欢时髦一点点，这个你们可以加789啊，789加一，好，自己加。好，来，我们换另外一款，我们要动作快，因为待会还有一家。对。好，我们要让玉婷赶快下班。那今天也是蛮累的，然后赶着。播完又跟播。哎，这个、啊、就是七八九，而且啊，滑动了，这就是七八九，七八九。它是米白色的哈、哦，米白色的。拜拜。拜拜。做工、印料、配色。细节斑驳、哦、简单搭个这种落地裤、哦、搭个草帽、哦、大腿来替你身上这个、这件的单价、哦、非常非常的贵，那我还是一样有定便宜的价格给大家，他说印花很难，是1234567七个圈圈，然后还要英文字，所以他说这个印图很难，是不是？然后质料，他那个印图的质料也都非常的棒哦，哈，印图的质料也非常的棒，就两个颜色，尺寸二叉绝对没有问题，一样可以，小个比 Kiki 还要再矮一点点的，就是或 Kiki 的这种，你搭五分码裤都绝对没有问题哈，或者是搭我们刚刚大家都有加的这一个工装裤来穿，其实这样子来搭配我也觉得很好看，好，这样子来穿搭也可以。来，这个的款号先给大家103321，狗狗相片框图的哈，来，这个原价1380，我们现在1088。你要问小松，来，原价是1380，我们现在给大家甜甜价1088，这两个颜色哦，白色跟灰色，好，白色跟灰色，后面上衣什么？应该是有一件 T 恤，粉色裤子上面那个是 YEAON 啊，马里奥，马里奥。我们马里奥那件是短版的，你 OK 吗？单价偏高，怕接受度不高。马里奥是短版的，你们要吗？马里奥短版。不要，好吗？对啊，动作也用，它叫什么？对，短版的。因为图案的部分，我是觉得短版。阿尼米狗。价格卖600-700，我是觉得还好。不划算，这个都快了。它反而是这两个款是比较好的。马里奥是短版，所以就没办法。好吧，我们还是找长版的。我也可以卖，但是讲真的啦，不划算。七八九加一，然后这个是103321，我们自己加1088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们有买过这个Onika的，你也知道他们家的都真的比较时髦一点点，有一些太 over 我们可能也没办法加，因为它裤子尺寸真的都比较小一点。来，你去换。好，来这个、啊、它领口的部分是做螺纹的哦，那每一只图案的小狗、猫咪、熊熊，
哦，都很有特色哦。这个我记得的，这个我们之前卖过。我女儿今天早上有穿。这个之前我们卖过。直播前有穿。哦，他们家女儿很会挑，都挑给我挑很贵的。哦，这个也是很特殊的单品内容哦。那款号是103321，价格1058吧，对不对？1088，1088，哦。好，这只有两个色而已，好，我们换下一家。Thank you。Thank you。我把你的手机要拿吗？嗯。跟着这边走。我干嘛、啊？拜拜。贴在行李箱了。好，谢谢。这件短裤哦，这件短裤我们小帮手给你。那件涂鸦真的还好。爸爸，你要怎么播？这样子播，还是从外面照里面好了？从外面照里面。这是给我做的。对。那这个好可爱耶。哎，默默要不要这个？他们贴标的时候可以用。这个很可爱耶。我们扛两个回去。好好好，爸爸买两个，我们去买两个，他贴标的时候可以用。这个哪里买的？一个。韩国一个，没听说过。中国的大陆，没关系，我们要买两个。可以吗？帮我买两个。我一个，他不说。买两个。他说给你买。好，对，我们要买，我们要买两个。贴标用很好用。好，买两个。好。那包货用的。对啊。对啊，我就要包货用的。我们员工包货用的。还有这个，还有一块很贵吗？嗯。两万、啊，两万三万，差不多。两万三万，嗯，不贵不贵。你帮我买三个。三个？放下去，放一套里面。买四个好了。可以啊。好不好？可以。小峰帮我买四个。我帮你买。好。我要黑色的哦。买定就好。因为我们那个仓库拆货很方便。我请这个。好用，会不会容易坏？容易坏你也推不了、不会，我很扎实。可是我看他，你坐上去，他有一点这样醒的来的。没有，这个大陆货，这个怎么坏、OK OK， 它顶多就是轮子坏了。对，就是。这个不错，我他妈的，小小的。新那个不要再拿新的吗？新那个是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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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它的整个版型的设计，包含它的腋下也都是做宽的，宽的，啊、哦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因为拆货很麻烦，我觉得这他们都做得到，哎、用得到了哈。好、哦，腋下都够宽大，好、哦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因为我自己也拆货拆了五六年嘛，那我就知道拆货人的辛苦，所以我都这个钱一定必花的。好、哦，这个背心有黑色、白色条纹。少一个条纹，没有条纹，对，条纹到时候会有照片，会有照片，好，再补给大家。黑白条，黑白条。然后南部的朋友，不是大家许愿要背心吗？高雄、台南，好不好？高雄、台南，这种条，好，这种黑白条。高雄、台南真的好热，好热，穿不住的。来，这个背心可以穿起来，好，这个背心可以穿起来。它这边挖的比较开呢，你可以刚刚买那个欧尼家的那个，没有？你看这个背心。它就真的很薄，你可以把这个背心穿在里面。我这个背心就是刚刚那个欧尼那个背心，它很薄，很舒服又好穿，你会穿背心配背心哦，对，背心配背心，好，可以，它很凉。来，这个喜欢我们自己家，款号是103322，价钱原价980，又又问说638，韩国正能量笑脸水洗 T， 三色可以穿到什么尺寸？
那个又用我们那个小包子回复你好了，我也不知道是哪一款。这个还有一个条纹哦，还有一个条纹。好，还有一个条纹配色。条纹。好，那是滚边是黑色。裤管宽可以量一下吗？好，那个等我脱下来给小小松，你可以帮我量一下这个裤子的裤管宽。什么意思？他们要。好。好好笑，你看到搭机能裤也可以啊，搭机能裤。你昨天这件机能裤有付钱吗？我要给啊，你有你说不要啊，等一下我们去付。没有，他在家里刚刚喝酒。他在家里喝酒。而且他穿着那个微笑的睡衣。裤管是？裤管的宽是多少？27。27，来，你们刚刚说问这个裤子的裤管是27，好吧，27，然后这个是有微弹的，好，微弹，衬衫推 powder 加的还是水洗欧尼加的？啊，版型不一样，版型不一样哎、欸，它整个设计感是不一样，对，版型不一样，版型真的不一样，不一样，然后两件有各有各的特色了。你要正式穿就要拿水洗加，你要穿起来有点帅气，因为有前短后长比较特殊款，就拿 powder 加。那如果你自己衣橱真的都已经有小松的裤管是量哪里？裤脚裤管，对，量这里啊哈，裤管宽，好，裤管宽，他说多少？27公分。再给你量一下，27吗？27公分宽。好，27公分宽 ，OK。好，背心你们要加自己加哈，背心要加我们自己加，然后我来看一下。103322，价格的部分就是638。织料真的很好穿，如果你们有买过，那时候我一直推荐大家这个的那个他们家的话，他们家的材质我真的觉得很棒，而且真的有一点点都有一点点属于他们的味道。好，换下一个，好吧，都属于他们的味道。明天才会入单呢、啊、哈，我们今天直播全部都是明天才会入单。再来给大家帅气的。这个是篮球衣，对，篮球衣，我觉得是你一直想卖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觉得有些女生穿球鞋配长袜配短裤，然后上衣配这种不要太大件的，比较小版一点的，好，比较小版一点的球衣，那它是网状的，好，它是网状的，其实这种个性风格都还不错，好，个性风格都还不错，然后它有很多颜色。哦，总共有四个颜色。来，我先说这个尺寸只能到 XL。哎呦，大 L。啊，大 L。大 L。XL，我希你爸爸，因为他没有弹性，你希望他穿起来是宽松的，还是刚刚好？要不能太小。对，所以我建议 L 号穿非常的帅气。好，只能到 L 号。好吧，我们这一件背心的部分，我们就先到 L 号，好不好？因为你看它的那个幅宽 ，Kiki 穿 M 号，可是到这样，因为它完全无弹，你到 XL 可能会比较合一点点。我建议到 L 号。来，玉婷，你再帮我改一下哈、哦。如果这个它上面写到 XL 的话，因为它无弹啊，所以我会。希望就穿起来会有一宽宽的，对，要这个就一定要宽宽的。你穿合身版，这个面料是会比较紧绷一点点。来给大家看颜色，胸宽再量一下下，你帮我量一下胸宽。来颜色给大家看一下，有我身上，好吧，这个底色是色，对不对？底色为主、啊。好，底色的话，这个是黑色，这个是灰色，这个是红色，都很可爱。胸宽是64。胸宽64，可是因为它这边多少？64。胸宽是可以，胸宽是可以，可是就是这边，你懂吗？面料的关系的。就是这边，这边可以，这边很大，对不对？可是就是这里不行，懂吗？有看到吗？所以我才会建议。对，下面没有弹。下面没有弹，所以我才会这么建议。就微弹了。对啊。爸爸穿就知道了，你二叉可不可以？我这以前我知道这边料。那你二叉可不可以？不可以穿。对啊，因为男生也要穿大一点。没有，一定要宽宽大大。对啊，一定要宽大的。老弟给的建议，我们可以听一下哈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实在的哈。那
一穿就是要好看嘛，太合身不好看。好，那还有这个白色哦，还有这个白色，总共四个颜色，来这个原价980，确定到 L 号，给大家638块的价钱。S 到 L 号就好了。103322。有些 L 号身形，如果你穿这样版型，你那个左边的下摆把它反折出来，把它折一个扭结出来的话，就会好看。好，这个部分就把它折一个扭结出来。好，我弄。可以317也可以，今天是317或者316都可以。内搭的白色，款号是103323。哦，103323，抱歉哦，103323，帮我改一下哈，103323。没了嘛，对不对？没了。啊，不晚了。这样子。结束了。要准备明天的。等一下要准备明天的，好，那今天应该也是蛮丰富的哈，价格是788。价格是788，今天配你的收票。价格788，绿色，103323，价格788，价钱788。来，一样，重播都可以加一哈，重播都可以做加一。然后我们今天直播结束了，没了。好，那 Kiki 再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这场直播的12345678910到这个直播的12345678910只会捞单到明天的下午6点。来去逛逛呢，这123456789109点就会清空，就像今天一样，你过了，我们就这甜甜价就没了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就是还是买连线价也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那记得喜欢这一次一定要快很准的赶快接单，我们一定会赶快帮大家接，就是追加，因为他们8月真的要休2个礼拜，时间非常的长。好，所以喜欢我们大家赶快结单的动作，记得今天关键字有两个，一个是抽200块购物金30名，一个是抽 Powder 家的包包化妆包有15个。那记得公开分享关键字打起来，然后赶快结单哦。明天会发那个结单通知，好不好？的就是你们有喊标，你们有结单通知，你们就去你们的那个来去逛逛，挑颜色丢购物车。我们家满千就免运哦，喜欢我们赶快结单哦。各位晚安呐、拜拜，重播可以加单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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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